好险没有重复，可是没有抽到想要的。我有想要啊，兔子的，兔子的好可爱哦。那个啊，我抽到猴子跟那个冰原的 Mark，猴子超可爱，猴子跟兔子的，企有鹅的兔就很子，丑，有兔哦，的向飞导字，兔哦。对，像，那是绕行兔吧？向导兔是粉红色的，原来是兔子，很可爱那个杯子，找一下那个。让你们自己去看那个赏有什么。我上面有 po 那个限免的游戏，它有三个三个限免。嗯，我只看到一个那个你先点进去我 po 的那个游戏，然后你点那个它的商店页面。哦，我它有一去个了。在 Steam 上查看完整的 Orange Juice 系列作品，你点进去那个，然后你会拉下去，看到有三个减100%的免费，一个都200块，连起来就600了，血海！哇，红 A 奖，哇，那杯子真的不错那杯哦，子，有哎、你零起来就600多块，有够血的。虽然欸，不知道新都不知增道是至什么游账戏。户，反正先还有存回起来嘛，免没错，钱先的，存，然后以后小孩子玩得到。可是我看他评价都很好他都是极度好评他每一款他三个免费都是极度好评，很猛。哦，这种游戏就是卖 DLC 的啊。DLC 的是不是？对啊，这他种游看戏起是卖来。DLC 的啊。哇，地球蛮多的，25个地球是，对吧？好多。他还有 Lester 赏是更大只的冰咒可以骑的吗？超大只，你骑应得该是上不能，去的那种吗？应该是骑不上去的。啊？我想抽长巾长那个长很长的那个毛巾，台湾没有。大长今。大长巾台湾没有，台湾只有小方巾，有个可怜。QQ。对哦，教主，你等下可以开那个巨魔萤火。对，在干嘛？开巨魔萤火给他的萤火材料全部没了。巨魔是什么哪一天号？呢、萤火，一啊？盏的。哦，萤火龙嗯。哦。哦，好。那你检讨影片了、我说有不是他的。啊，那也这样。你检讨影片了、就一下子而已啊，小短剧而已啊。剪了5部小短剧融合在一起，可以够短。我赶快剪一剪，不然我低潮爆了。那一部影片都四小时5小时，低潮。我把它删掉了，就秀秀在那边，我没用，我没用我没有。啊。啊，不然就在那边什么繁星情趣用品啊。对啊，他还帮你支援了一个图片，你字幕上完了，我去看一下后台。您的频道，你有先备份起来吗？牛奶。版权字幕，我不知道新版的怎么用欸，旧版的我还可以。不是，CC 字幕是只要有人想编辑就可以编辑。对啊，所以之前很麻烦的是，就是有个北蓝，就不知道为什么 CC 字幕全部都是空白啊。那怎么编辑它啊？我没有看过编辑方式。这个新增吗？字幕的话，我看到了字幕。
在哪里有新增字幕啊？你就点字幕，然后它有的什么新增字幕。哦，要自己哦。好，从来没有打开过新增那个字幕这边。没错，我居然送花这个吗？我打开是因为看有没有那个。欸，新版的我不太会用，怕把它用掉。审核中，发布。新增语言。哎、欸，好像有了、欸，找到了。等一下、喔，铁巨人走，你看到没有？那个小孩 Ken 啊，不用判刑，快走！不用判刑，判刑啊！哈、啊啊，不用判刑是什么？快快的哦！好，我直接发布了，我就相信你了，我不看了、喔，直接发布。信你一波。哦，你还有加名字哎！然后铁巨人走，你看到没有？那个编辑后面写七夕字幕。嗯，请戴上耳机，挂好七夕字幕。哎、欸，所以这个是你哈，牛奶，我就七夕字幕。哦，好，牛奶，绿茶，储存。因为上 CC 字幕，我都会打在下面的那个啦，注记。谁帮我编辑的？哎、欸，还有其他影片呢？你们是不是一堆人在上啊？每个人都很勤劳。不是，都太闲。都太闲，吃饱太闲。上课不上课，在那边帮我上字幕。已发布，已发布，啊、这个嘞。来看一下。啊，请问那其他的嘞，有一些，我看很多都已经帮我上一大堆的嘞。那个又拿到世界冠军，那个是谁上的？就是对你猜的就是泰拳，不是不是，我先问一下、喔，那你们牛奶你有上哪些？那我知道萧远也有上，萧远是上哪些？哦，你说因为老师会干扰你作业是不是？害你不能上西西字幕这样，老师坏坏。哎、啊，那牛奶你有上哪些？你再跟我说。因为我很怕点错，点错之后害你们上了一大堆字幕都不见了。虽然你背下来了，他说都已经背下来了，傻眼。那我开巨毛了，还是等一下？可拉可拉，可拉可拉，可拉可拉，可拉可拉。鬼斗丸来啦！萧院上我就烂那个，你只上一部而已，我看到有很多人上哎、欸，我傻眼，那这是谁？沙院，沙院，三号营地。你怕你中听，哎、欸，上西西字幕就乖，那个认真一点呢、啊，因为毕竟这哎、欸、还好啊，西西字幕可以改。
对啊，又一个世界冠军是谁啊？因为你看，我现在跟你讲哦、喔，我现在画面有一大堆，你看这些都已经是被上好的了、欸，你看世界冠军嘛，那这个嘞，哈基是哈基养的，地狱门爆炸，关着同色，你看一大堆人帮我上了，可是是谁啊？他上完字幕不能在后面标注自己说是谁上的吗？还是他没有标？哎、欸，哦，还没有啦，白痴哦、喔，这边还在新增频道字幕这个嘞。审核中，我就烂嘛，有我，等一下哦、喔，那这个嘞，哦，这还没，哦，没事没事没事，这都还没，这都还没，这都还没，我看一下哦、喔，都新增嘛，那看一下。哎、欸，好猛哦，好多哦！没有没有，这都不是，这都还没上呢、啊。旁边，哦，底下那个备注中文的不是都已经上好了？不是，我拉一下这边、哦，这边有个新增，这边都是还没上的，哦，所以是还没上的啦。那个我就烂是谁？我就烂是萧院吗？那就发布喽。就烂。哎、欸，我开好了，可以进来了。有，嗯，我在进了。我现在进，看一下你是哪个。在音架吗？你是可以了。不能让他看到。叫。但他不会发现，他不会发现。好啊，看他。哎呦，哪一下嘛，没看到啦！他一柱擎天呢、欸，我要把他打断了。抓起来，坏掉啦，我被强奸啦、啊！去找动物交配好了。哦，我要讲一下这个，我要改一下。好了，我讲。要交配？是会坏掉，不是坏掉啦。我要改一下字。哎呦，哪一下嘛，没看到啦！他一柱擎天呢、欸，我要把他打断了。抓起来，会这个，这是会坏掉啦。会坏掉啦我被强奸啦、啊、去找动物交配好了。你要交配擎到啦，他一柱擎天呢、欸、我要把他打断了。抓起来，会坏掉啦我被强奸啦、啊、去找那个用了这个机制。对啊，我当时不是说我有在录音吗？嗯，对，我那时候的字幕就是用 CC 字幕在上的。那其实西西字幕很方便的、欸，它一段一段帮你截好了。然后这个你音轨就是要对准音轨这里，线跟线要对齐比较好。我拿一下，你看你现在这个它一柱擎天呢、欸，动物交配是要出现刚刚好，你看、喔、我被强奸的、啊，去找动物交配好了，有没有这样才比较好？没看到吗？就是我每次只要上字幕都是先看这个。那个心电图的第一个比较高频率那边，我就把它像这样拉过来，这样才是对的。哦，底下那个是自己拉的、哦。你在干什么？对啊，那个是他帮你隔好的。你不需要，你不行啊！我帮你一下，拿话筒当地补天啊！那真的是很闲呢、欸。其实上这个真的很快，我那时候就是用这个上，那个那时候的十分钟吧，我上一个小时以内就完成了。好，那我就直接丢上去了。还是你们打我，我慢慢看。团、欸、团里没有把我家里的竹子插回去，你帮我们。我小时候他会自己长大。对呢，那我先叫，我叫。又出魔物。干了！来！啊！串起来。啊、对齁，巨魔第一次啊，随便的、啊。干，怎么大概有人趴在地上，吓死我。Apple 在那边闹 ，Apple。做事。三个神秘。哦。嗯，辛苦你了，感谢。
做事。哈！好，我再审核一下。啊，不会长到这五格高啦，那个是以我自己种的啦。哦，拍死，在我身上。啊，撤起来。你怎么会跑到人家界舔那个？我一样拿棉毡敷。没有啊，这里奇怪。没有啊，我是肚子。没有啊，我是。你怎么会跑到人家铁铁甘蔗嘞？奇怪，这边他会先有讲话，才会有字出现。像这样子，就是你音轨已经比这个文字还短。你看哦，没有啊，会怪怪的啦，就是听看久了会觉得怪怪的，所以就这样稍微拉。这嘞奇怪，没有啊，我是你是肚子饿。然后这个拉过来一点点。哎，对，我们在动。那怎么拉？啊，不能全部都先上好，再一个一个微调吗？可以啊。所以我现在在帮他微调啊。我不想吃我。像这样子。我不想吃我，要死我！哇！啊，因为那个嘛，成熟。哇！啊，因为那个嘛。所以我那时候是因为拉这个比较方便拉，这超好拉的。因为那个嘛，成熟了，成熟。哎，完蛋！等一下啊，熟了，成熟。哦，这个可以，这样子，然后杰克拉长一点。成熟。哎，完蛋了！不行，成熟。好，等你了。回到了。我刚忘了带笔筒。这里。好。哎，完蛋了。不行，等一下。不行。然后像这样子，他不行的字有点跳过来。不行。然后。这样子，再过来一点点，这样。不行。哎，完蛋了。上字幕麻烦就是你有时候就是可能你字一出现，可是对方还没讲话，字就先出现，感觉很奇怪。哦，因为我刚刚就在找说这个可以，这个我记得这个可以拉，所以我刚刚在弄。因为我那时候也是拉，在找方法找到哦，这个也可以拉，这样子。不行，等一下，唱片那个任务也太烂了吧？对的。Oh. 这位置还不错。靠啊，按到。那我拔了。好。我刚才那个我怎么没有？这个没有起。任务也太烂了吧！我刚刚动到这个吧。哦、不是啊，我是。像这种哈基讲话哦，我都会故意放到他就是讲完、哦、字幕讲完话哦，不是啊，我是指像这样子哦，哦，不是啊，我是指好了，然后开始打，然后就是到这边来，哦、那鹦鹉啦，然后这个等一下就是团团会先出现字才出现他的声音，所以会很奇怪，你看哦，等一下要出那个任务。等一下要出那个任务，哎、欸，好像刚好哎、欸，对不起，我错了，因为我还没听到。等一下要出那个任务的人就很难，还是要剪石头，我怕他突然。不是，我这边石头被我剪光了。然后这边教你我的剪法啦。是烂，是奖励烂，对你也烂。然后最后你也烂，大家一起烂，大家一起烂，多正义反省，完蛋了。然后这边他是讲哭着蜜反省，哭着，你说我烂，我就烂，可以多骂我一点吗？
秃毛好爽哦，好爽哦，再慢一点好吧。哎、欸，你们真的有在现实中遇到很 N 的人吗？你呀、啊，没有。我哪有啊？我有吗？哦，有啦，我知道有一个人还蛮 M 的，不是 Bobo 啦，是那个啦，应该是泱泱吧，他应该是指泱泱吧，他说不在这里，很会开车啊，因为那天 Bobo 有在他的聊天室，然后应该是泱泱啦，哦，不然怕不确定，我帮你删掉好了，这样子。但是他现在不在这里就是了。哦、对啊。哦。你在读开头了吗？应该是 P 开头吧？怎么是 B 开头？你在读开头了吗？应该是 P 吧？开头了吗？对。你在读开头了吗？我先了。你不先剪一下东西啊？我剪完了。哦，你都剪了，好、啊，那你就动吧。泱泱不 M 吗？我觉得泱泱很 M 等一下我去捡东西，他们在打那个，我要去捡，会偷捡，不然很浪费。我本来想要开台来后置影片剪片的，可是后来想想算了，因为我啊万一我剪完我要上传输出，电脑卡到爆哎、欸，画面都是卡的。也是。对啊。发过去。这么近竟然没有！感谢海豚的20颗星星。嗯，下来了。哇，怎么只有一个？哇，小碗来了，消失。我身上还是……哇！哭啊！哭啊！没有股票啊！哇靠！行。哭吧，来，我们继续捡。那个最会开车的那个啊，最会开车的那个最、啊。我们又有个僵尸说明在家里闲晃了，有没有金苹果跟？去落药水支援金苹果吗？我看一下，我应该可以做。我来打我了吧？没有。天哪，还是想要烧我？我应该穿补装来这边才对的哦。没我这边前方一片烧啊！我身上有，可是我不在家。就是我想要，就是把岩浆都变成。就是出不去，就是啊，你们知道这个按空白键也可以按暂停吧？就是按空白键可以暂停它。就是我想要，你看我现在是按暂停，按的空白键在。不在家。就是我想要就。这个是不是？是我想要就是把岩浆都变成海，没办法，没办法。岩浆变成海是什么？不对，岩浆。岩浆变成海是什么？有没有？这边感觉怪怪的，是团团先讲话才出现字。岩浆变成海是什麼，所以我都会这样子拉过来。岩浆变成海是什么？不对，岩浆变成黑曜石。丢他是不是？丢丢丢！哇，铁巨人要输了，他居然被抽死了，被打爆了。我也虚弱了啦，哦，我的盾牌爆了，我是洛基。不是你是洛水大讲自己是洛基呢？哇！太早，结果太好。哇！我的队友做的不错，我下来啦。乞丐来捡钱啦！做的不错，做的不错。我真的像是来捡钱的，真的是来捡钱的。好了，乞丐撤了，来回见。那躲起来。哎、欸，不是吧？哇，他是天，不是那个洛基。洛基，哦，好，那你很厉害吧？
没关系啊，那个有时候听不出来没关系，这个也是慢慢靠感觉，没办法，处女座嘛。那你很厉害吧？等一下哦，那这个是的，里面那一只现在是什么？今天修补啊，今天修补。因为比较麻烦是可能团团先讲话嘛，讲到一半换我讲话，所以有一时候字幕会卡在一起，我知道那个很麻烦。哇，现在有今天修补，很难上是因为这原因。因为大家不是同时，大家都是同时讲话，不是分开讲话。有啊，要跟他换就有了。跟他换就有了，我们那天在洗。起床啊！我们那天在洗。那天在洗，那我去找你。干什么？我去找你了。没有哎、欸，他在我面前叫嚣。哎、欸，闪不下来、欸啊。算了。没有，他只是在我面前叫嚣，他们想打我。下来呀、啊！有啦，下来了。没有啦，刚他想要，我想要他去找呼吸，我才要闪他的。我知道，我刚好带到他的画面。他有面前上下串动，好，我们继续上。起床啊，我看。你早来起床。哎、欸，僵尸来了，僵尸来了。有做字幕的，你也可以参与角吗？哎呀，你们要讨论好，你们谁要上谁哦，不然你看这个 CC 字幕可能萧远已经上好了，就空云又跑来上同一个 CC 字幕。哎，萧远，萧远，僵尸怎么进？你们就 DC 瞧一下。或者可以拉个小群，僵尸怎么进？拉个西西赖群，拉个西西字幕小群，那、啊、记得拉我进去哦。要来？怎么可能？我找一下石头。啊靠！腰。谁在旁边放这个啦？哎、欸，这真的是我放的吗？那时候有聊天室留言有说这我放的、欸，哎，记得我没有放啊。谁在旁边放这个啦？谁到歪头？人法穿。我去换。人法穿墙贴着放，要隔一隔放，要隔一隔。我刚想说，那僵尸怎么直接走进去是这样？其实可以的，因为就把他救起来，他会。等我到应该也太晚了，跟你到他就行了。没错，他行了。嗯，风飘了。你刚刚的画面就仿佛是那个一个梗图。那个漫威的梗图，你是说那个美国队长那个吗？就是那个谁，蝙蝠侠在撒钱，然后那个蜘蛛人在地上捡钱。蝙蝠侠跟钢铁人在撒钱呐、啊，蜘蛛人在地上捡钱。等我一下，有没有很有画面呢、啊？我就是没有钱。他去找波西。没事啦，没事啦，我下来是不是？痛！快跑！快跑！快跑！哈！你也想上字幕，但你不会打字，只会笔画，没关系啊，有心就好了。下来吧。我也没有。好。因为我其实是想付钱找人上CC字幕啊。啊！捕捉。我上了。我那天有讲，就是。哎、欸，等一下，我卡在墙壁上。你们，刚好没有看到。哎呀，然后直接没有那个砍地板。就你们帮我，那是你们的自愿性嘛。可是我请你们帮我的话，那就是还是要给钱啊。我不会说，因为我是乞丐，也不用不付钱吧，对吧？我还是乞丐，也是有道德的。哇！除非今天是你施舍，乞的有尊严呐、啊。对啊，今天是施舍给我的字幕，这我 OK。可是我是请你施舍给我的，不行。复制贴上，复制贴上。我之前也是啊，我之前。你知道我之前玩线上游戏多差多扯吗？因为我的那个
键盘不知道为什么打不出字，我都是切下来的吗？我都是切出去，然后用复制贴上的。欸、真的吸不回来哎、欸！回来啊？怎么可能吸得回来？我这把武器没吸血啊！对啊，你没克制啊？那么烂的武器克制的、啊，一定吸不回来。不，我想说我都没被他打过半下、啊。他就是要你的怨恨能力在啊，对啊，不让你过。我还要复活，可以再撞一次哦，再撞一次再抓。好，有点困难。我一下撞死就算了，因为讲后面奖励其实都觉得还好，捡的还比较好。啊！撞墙捡他的东西，来骑你呢？对啊，刚好打完他直接打起。喂，位置好一点啊！我靠用，行不行？还是我来？可以的。好诶。你看，你会不会堵死？不，你们捡的快乐，不是啊？毒过金火痛，这样没错。然后我去再补一下，我再补来。哎、欸，对哦，挖尾巴，他挖过了，发出一只风飘龙。对啊，然后先我继续在这边发呆哈。我现在就是降价、啊，主管有没有在评鉴？丛林也太难走了吧？对啊，啊，在这边。丛林也太难走。有没有这边就是先讲到话才出现字？丛林也太难。这样看的就是有点心情有点差一点点。丛林啊，我都是会放在讲话前面一格一点点，先出现一小段字幕，然后讲话这样子。就跟那个丛林也太难走了吧，零点五秒的字幕跑出时间。嗯，等一下哦，干，被问你要买吗？太简租机的，你要买吗？不过现在实况的主机没用，我知道啊。我主机啦，不急啦。你怎么也过去了？过阵子。因为我这边有一个主机。看主机不知道在哪里，是很贵吗？拍我！哇，我被踢了，被踢了，被踢了！哎呦，这边有一个。等下你们有撞过他是不是？还没啊。啊，他怎么生气踢我一脚？因为我们刚在那边打萤火盒的时候，他有看到啊。他不是不理他就好了吗？他突然生气打我、欸，哎。平台的时候有用到他。他突然生气打我、欸，哎。他不爽你很久了。哦，有道理。心结。还可以再撞一次哦。啊！有！刚刚运气很好，运气很好。他还没有整个转弯的时候，你哇，心眼猪。啊，等你睡吧。不然你创个 DC， 还是你们在兔窝群弄个 DC， 我也可以啊。这位置。兔窝 DC 里面弄个 CC 字幕群也可以啊。好，你撞，你撞我，我再撞。啊，可以啊，可以，撞不到。那边不受死吗？反正。好，那我去弄一个。火龙还有在，麒麟就会生气，是这个东西哦、喔。他说火龙还在，麒麟就会生气，会吗？我是没知不知道啦，感谢你的提醒。因为刚刚上去搞那只萤火的时候，麒麟有看到，他很不爽。他只有我能搞。好，然后我去看一下 DC 群怎么创，大概要晕了。大概要冲在哪里啊？活动中心哦，新建频道，文字频道，文字名称 ，CC， 创建频道，然后创建频道，语音频道 ，CC 字幕交流区。
好了，我创好了，你们去看看那可不可以用。一万多，如果单纯玩，啊，啊，不是要买什么截取盒吗？又来看宝，哇！他点自己。你们等我一下哦，我现在我跟聊天室讲啊、哎，那个我晕了，有人在帮我问机子的钱。行啊，你慢来。嗯，我算完，好啊，再中中，强大了。碎了，哎、欸，要准备开撞哦！我来了，好，哦，还好，收得够快。我刚好在那个二段展台啊，分手，瞬间起身，再可以再次，好了，嗯。坚持要跑，哎，不跑了。他想换就换。有，哎、欸，啊，有毛。在掉落物，倒霉姐。嗯。下去找他玩。哎、欸、，Switch 加截取盒，你这样大概多少啊？你有印象吗？你在问我吗？对啊。我买，我是靠管道买，欸、所以我只买了7000多。哇，这么便宜的吗？对方是说要10000。现在的价钱差不多是9000到10001不等。嗯，我真的没办法买。啊，你只要超过10000以上都算贵。嗯。再看看，除非他有附游戏啦，要看附什么。没附游戏啊。对啊，没附游戏的话就算偏贵了。差不多是9900附近的游戏。这样。限定机，哎、欸，哦，限定机那个价钱就不同了，没错。你目前那是看哪一牌子的限定，这个我就不知道它的价钱，你就要自己查。限定，我没有想要限定啊。嗯，贵。普通皮卡丘伊布的限定机好像14000吧，给你参考一下。普通机。啊哎、欸，可以撞。嗯，你先撞吧，我回去补子弹。有没有？要那边，要拉到旁边。我先回去了。啊。
跟你撞没关系。他在电你啊，他追着你的翼龙电啊。哟，这个电，这个电影般的实质化。你可以去找动物森友会的铜滚啊，虽然现在应该没有货了。大的，好，哎、欸，你怎么？哇，真的会死，真的会死，哇，完了，真的好像不能撞、哎。太扯了吧，上面可以补。原来是你补的、哦，我以为是节操哎、欸。啊，红了，红了。哎、欸，超扯哎、欸，这边电不到，补得到哎、欸。好爽、哦，你就在那边补吧。嗯、啊。撑一下啊。居高临下的感觉，赶快把他打晕或打碎啊！我们要下去捡东西。总司令的命令。睡过哎。哦，那司令要下去了。趁他。哦，你是不行了。下来啦！等下跳下去。哎呀！哦，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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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偷捡。你也不用说普通机翼可以考虑起来，可以玩宝可梦，干你！走起！不是这样，走错，对不起。你要买的话，我的宝可梦可以寄给你玩啊，我全破了。我不要、啊，这一代的宝可梦还好。就皮卡丘伊布跟剑盾啊，看你要哪个。还好、欸，我就买两个而已啦。嗯，你说一二，一个吗？推荐你玩萨达，我也可以借你。不要萨达，萨达他就会玩到极限。萨达我也没有想玩。哦，萨达我也是玩了900小时哎、欸。来，起来呀、啊！你光神庙就可以玩很久了，啊，我怎么被？哦，没有没有。啊、找到丛林神庙！哎呦，真的吗？加油！哎呦，还可以撞一撞，我来了！哎呦，真的吗？加油，过来！起去，掉一个，刚才掉两个，真的吗？加油，过来！我要看你攻略，真的吗？加油！加油！哎呦，买食物，加油！没有过来，因为别人想玩，不然要玩就亏。啊啊！他在我宇宙的时候，就是专情、执着。我牧场物语也可以借。哎，我破高在哪里？怎么补不到？他回家了。哦。回家了。哦，他送我一个大连麦，可以的，我一颗都没有。哎、欸，不会吧？有点太早了。我应该没有关系吧？啊？我看你还在报告中啊。刚才报告，我说想说这是太快了，因为我每次挂掉都那每次断线都是在报告中。哎呀！我还放开了，结果你没有离开。哎，我回家弄好。我走，不要变。对，这一代新闻是设为超容易看什么什么什么新模式，没有设为超容易哦，包括皮卡丘啊，靠背，哎呀，而且他刚好倒地啦，
是皮卡丘伊布吗？我觉得剑盾没有很容易，皮卡丘伊布很容易，剑盾要用养的比较容易。皮卡丘伊布是随便抓都是这位，很多好多。不是就连锁四十几只就很容易出了，23只还是几只？我忘记几只，反正我图鉴大概有30-40只色尾了吧，还蛮多的。他很快抓起来的，来了，我来了，抓起来，走快点，加油，过来，我要看你攻略。然后就出一只冰咒，天哪！哦，水，还可以连续打，连续受大连续受力，大连续。我们是要反正找到你交配的对象吗？好多两个字，我们不是要找到你。啊。还是你会想玩符文工厂，也很赞哦。欸，符文工厂，我在等最新作，所以旧的没有买。反正找到你交配的对象，旧的是同。你们不是要？反正找到你交配的对象吗？不是我啦，不是我。没有，我看他站着。又是爆头爆起来。不是我啦，是我在旁边看。就好玩，交给你。看酱油交配吗？哇，好帅！差那么一点。啊！怎么又是我？你啥回头？你啥回头？这边老板下礼拜会进，他破脚了。有下普通款。哇，动物森友会2000多块钱哦、啊。对，嗯，差不多。哦，那还好，涨了。普通款。现在的已经比较贵啊，因为都缺货，所以会卖的比较贵。现在缺货缺很严重。因为我没有碰过 Switch 啊，很多。设定什么怕我不会用了、啊，又我了，对啊，我教不了你，嗯，哦，哎，你怎么把徒弟都卖了、啊？这师傅真的很不 OK 哦，不然徒弟要拿来干嘛？我可以教你怎么拉截取到萤幕上啊，可是实况用了我就不会了。不然土地要拿来干嘛的？请问，门口在哪里啊？拿来，又我的，门口在哪里啊？问，倒了，拿的，请问，门口在哪里啊？拿来疼，拿来疼。疼呀！拿来疼！我想你的呀！好，从你身边就这样而已，超烂啊！走吧！烂啊！怎么东西都没有？铁剑要爆了！你家怪太多了吧？谁？阿纪呀！这里！我哪知道？粉丝有点多。粉丝有点。三个差有点多，对，粉丝留的也多，粉丝可能要挤一下再。哎，不是，这个是大一种。好的。粉丝挤，可能要挤一下，但是不能乱挤哦。要会挤的哦，要用假的，要用。我感觉在 FB 开台用 YT 的东西好像也不对呢。用假的，要用假的就不会留疤。好像有这么一点歪哦。要用假的就不会留疤。对啊，在麦当劳吃肯德基的东西。要用假的就不会留疤。讲好像也没人发现呢、啊，不要讲那么大声。来的话可以帮你，嗯，
早起，对，还有报告。我们要继续寻找团团的。所以你要买了吗 ？Switch。对啊。我要。哇，好棒！要开始神游会。我们要继续寻找团。我们要继续寻。我要。可以开始逛游戏啊！可以列出游戏清单。我要。真的还好哎。推荐的游戏。就过个两个月，再实定登场，还蛮正常的。啊，我们要继续寻找团团的照片。任豚独占的，对，他不会再实定登场。不是啦，我们还要把他带回家呢，这样我们就一人带一只喽。带回家。任天堂爸爸守得很死的，绝对不会拉出来。我的台板就是戴耳机啊，公很难的。带着回家看你教。你就开着船慢慢把他们撸回去。我乖乖的，慢慢撸。穿那样比较可爱。那可以留啊。哈哈哈哈哈哈！放我长跳窗真的。在音架吗？是可以了。哎、欸，这边有砖头地板能力。有，我看到了。怎么了？也是可以啦，不能他看到，叫啊！大家他不会发现，他不会发现，他不会发现。啊啊！看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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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看，看，看，看。可以。他不会发现，他不会发现。好，那不，嗯，回合制游戏啊，还不错啊，还是蛮喜欢的、啊。八方女人半价哦。他不会发现，他不会发现。靠，要是还没买机子，你那边叫我先买其他游戏。那 Steam 半价。哦，是 Steam 哦，走女人。他今年上 Steam 的，然后现在在半价哦。他那不会注意到，不会注意到。好玩哦。地形到底长怎样啊？没看过。他们说参加在周末，参加在周末。脱水了他。他会啊，他会啊。是我打的。玩一周末就可以。他会啊。给的很急，很大方哦。呀、啊，他会呀、啊！我打的。用很赞，角色塑造又很好，美术图又美，拜托，他要跑啦！一片竹子啊！对啊，一片。把村民打掉。哇！看到他了，起飞！哦，好远！把水瓶打掉吗？有了，酸橙掉下，酸橙掉下。有酸橙。有了，酸橙。换一个。有了，酸橙掉下，酸橙掉下。酸橙。哎，我的盾牌怎么不见了？你看它那空白，空白包可以拿，你可以拿，可以拿，你可以拿。所以我没有在八一。可以拿。我到哪好远？可以拿。哎，其实你们，这个中文字幕也可以上上去，没关系，因为可能会有那种国外的人来看，他好像可以翻译成英文吧。拿，可以拿，可以拿，可以拿。那拿啊！有任务也要啊，有任务也要，有任务是需要的样子。但有我听到哈智的语气逐渐温柔。对呀、啊，我很温柔。没有啦，我扔掉了、啊、这种东西。啊！对，我说没有啦。啊、我扔掉了、啊、这种东西啊，太可恶了！没关系，你就拿下去嘛。是我扔掉了。你拿一下吧。但是我扔掉了。扔掉了。我扔掉了，我扔掉了。嗯，哎、欸、屁的，那个阶梯，是我扔掉了。
你死的那一瞬间，他睡着了。更霸气的是，他被停机了。是我扔掉了。哪？掉了。对啊。是我扔掉了。你拿一下嘛。陈唐摔死了。我的银架啊！我在骑那个羊驼，他把我头砍了。导游，我来啊！哎，另一个哎。哦，另一个，那你自己。没有，你是说另狗吗？苹果，苹果，苹果，苹果呢？苹果，哎，苹果，哎。团团，我想把北极熊带回家，有奖励吗？没有吧。我其实目前还没想到价钱呢。您的意下如何？香香的。不知道哎。没问过啦。不要搞我，让他们看。竹林，快出现！哦，我看到我音架的位置了。好，我要下去了。你要念咒语。啊！我让他们看。竹林，快出现！哦，我看到我音架的位置了。啊，我要下去了。可以了。你要念咒语，听我解释。原来咒语是听我解释。啊？对不起。原来咒语是听我解释。那是我的咒语。哎，屁的。嘿。我已经看到好几根藤了。哇，你的字幕都是慢一点点的哎，都是差一点点，差一点点，讲完话才出现。看到好几根藤了，是不是它很长得很高？你下次要上就是记得讲话之前就先上，很苗条、啊、哦，因为哦刚好，对啊，而且很苗条，对不对？苗条。哇哇我已经上了，又要拿世界冠军。你上完了吗？很好看，太棒了吧！哇，又一个团，太棒了吧！不行哎、欸，真的，你都是慢一点点的、欸。他整酸整酸哎、欸，他不能给用力，他要跑去找这个应该也是这样子。用力，他可能这只比较胖，要用力用力。白痴啊！力，他可能这次比较胖，要用力用力。我很用力了，他直接挤进海海里了。哎呦！撞爽了就跑。哦，你也太用力了吧！啊，对，不是有些什么很胖、很那种的生物，给他洗个澡，他就变瘦。哇！哦，你是说？你该不是一听到马上按暂停，然后上字幕嘛？这样是不行的哦。小鱼安安，对啊，有没有？不是小鱼，是鱼安安，对不起。很胖很大只啊，一洗个澡就瞬间消瘦了，你就给他丢个水。北七熊，北七都不上船。他不上团，原来是团，冲杀毁，臭，对啊，冲杀毁，臭，臭，团，团。你是不是真的都是听到声音马上按暂停，然后上字幕啊？可以撞。团。公侯情凑。公情哎，公侯情凑。公侯情凑。我也不知道那侯什么意思，不过我都是听到这样子的。好。我也不知道那侯。哦，好多东西啊。侯什么意思？不过我都是听到。然后你撞哦，你先等一下。还是说我也不知道那个侯是什么意思？哎，不对。嗯，他怎么讲？我跟你讲。我也不知道那猴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那猴是什么意思。哎，有有有。我也不知道那个猴是什么。哎，分析下一件东西超多，超多，最多的那种。好，在哪里啊？大鱼种前面的那一块空地。啊，
他看起来超级多的，直接跳下去吧。哦，哎、欸，干嘛？我捡得很开心哎、欸。我干超多，这边也很多，接超那边也有。干超多，你们是干嘛？不知道啊。来换毛哦。得狂出位、欸、哦，直接嘟到你心上，心寒。为什么你又不用蹲下、啊？我、哦、我看我自己有在蹲呢、欸。那、啊、你看我有蹲吗？有，我看你有蹲啊。嗯。嗯。你怎么会回血？你是不是有吸血啊？好扯！你是不是吸空气呀、啊？是要下来没有啊？他是不是会吸血、啊？干，怎么连你也会回血啊？你凑起来在哪里？受不了！干不是啊，你怎么又在回血？Motherfucking girl 是不是、啊？好了，我先回去了。好啊，你们回去。等下一次有机会再召唤你出来。哎呦，刚好跑掉。不过我都是听到这样子。哎呦，讲。都是听到这样子。我还自己说什么？嗯。我也不知道那吼什么意思，不过我都是听到这样子。我也不知道那猴是什么意思，不过我听到都是这样子，这样子。好，他字是这样讲的。好，开始。这边开始。这边。好。我也不知道那猴什么意思，不过我都是听到这样子。讲给清楚。讲给他清楚啦。为什么我家外面又拴了两只羊？痛痛飞走咯，不是啊，你们现在是 合力在上西西字幕，我的天啊。欸，可以撞啊。如果你们不懂台语，你们可以打在西西那边啊。如果有些人会回答就帮你回答，如何？论英文字幕的重要性、哦、为什么我家外面又拴了两只羊在这边啊？哎、欸，你又要下来了，可惜很多。冲啊！我可以太隐身衣装的。下面吗？他飞上来了、欸。刚刚那个地方一模一样。呜呼！妈，我家是不是闹鬼啊？我的巨魔是不是闹鬼啊？怎么一直有大连续狩猎事件？哎、欸，这大灵脉都没有、欸，还可以吧？好像打冰兽龙最削呢、欸，掉的东西都一堆。对，上次撞也是。哇，他撞就少。不愧是封面魔物。所以公侯清臭是什么意思？就是“共”就是讲的意思啊。然后清臭就是清楚的意思啊。啊？你先打一下，有人叫我。然后所以公吼清臭啊，吼是那个我们这边台语就是有那种给跟给他的意思，就像我们会说吼力啦，这样子就是叫给你啦，所以是讲给清楚。那照理来说是这样子，然后讲给他清楚应该是公吼以清臭才对。那公侯清臭就是讲给清楚啊，就是你给我讲，你给我讲清楚的意思啊。因为有时候台语会跟中文是念法相反，公侯清臭是讲给清楚，对不对？然后如果是正常以国语来讲的话，是给我讲清楚，给讲清楚这样子啊，就是给我讲清楚，类似这种意思，所以是公侯清臭是这个意思。懂了吗？像小朋友，懂了吗？那不是羊，那不是。那可以的话，就是
这个啊，这个啊，回来了。讲话不要太短。不是羊，那不是。像这个，我之中如果没人讲话的话，你可以再拉长一点点，这样看看的人会比较。哦，好冷，不会那么累。那不是羊，那不是羊，有没有？这样感觉会比较好一点。驼羊，驼羊啊，羊驼羊啊，驼羊驼羊啊，下去。这里羊驼羊嘛，羊驼羊，驼羊驼羊啊，羊驼羊，驼羊驼羊啊。哦，我懂你为什么要这样上了，因为分开讲话。羊啊，养驼羊啊！人家尊重，人家是驼。这不会摇吧？我觉得很困难，你还是先赶快准备装。专业的台语教也没到专业啦，因为有些地区念法不一样啊。你装吧，抓到另外一边。拿组织，没关系，没关系。还是现在没有东西可以装。哎呦，我看到了。不能撞红，没错，好了。不过他现在好像在找我，勾一下勾勾的话，我要勾我很远。好，没办法。抱歉，刚刚还在问那个机子的事情。有猫，你在哪里？有人说小屁呀、啊，这水。那你们上这个就是尽量在音轨的前面，讲话前的零点几秒就打字出来。有猫，你在哪里？刚刚牛奶的有人说小北极熊可以、哦，应该要先评鉴一下的。小北极熊被大北极熊咬。可是你要在运送过程中让它变大，你会上字幕是因为不想写作业。给我去写作业哦、喔！哎、欸，不是，我想一下怎么讲。你也下来了。那边水，没事。想想这些是大龄卖玉的前置，总要有牺牲的嘛。嗯。哎、欸，等一下你们打完冰咒了、喔。哦，没有，我刚刚没回报，抱歉。哦哦哦！猫又安安，我你会嗯，现在在验收作业。它会挣脱，它会长大哦。他是说你可以打北极熊。他是说你可以打北极。他是说你可以打北极星球一下，然后他就会一直跟着。哎、欸，好有道理哦。哦。哇塞，飞到天涯海角哎、欸！怎么那么？飞到那个水很难麻烦哦。哇塞！那边太难。对啊。哦，他跑了。这边解释一下哦。哇塞，飞到天涯。他是说。是啊，小雨是，哇塞，这样很合理哦。这样很合理哦。天涯海角哎，怎么那么跳啊？跳啊！哦，你这边台语听得懂？那么跳啊？哎，这个怎么那么跳啊？海角哎，怎么？到了，那么跳啊！哎、欸，这个哎、欸，这个组里面有熊猫哎、欸。对啊，我都没看到哎、欸，等等。组里面有熊猫哎、欸。对啊，我都没看到哎、欸，等等。认真的吗？我们还没生呢、啊，所以我们要在这边待。待久一点是不是？对啊，所以等你的先祖生出来。看撞东西，各东西都没先祖。对啊，真的都没看到哎、欸。是啊。
哎、欸，好扯啊、哦！要再过来，前面给太多，现在哎、欸，真的都没看到哎、欸，好扯啊，都没看到哎、欸，他大一走了，跑来这，怎么都没看到？啊，怎么是团团阿珍啊？团团阿珍是谁啊？团团，好扯，这样。到哎、欸，好扯哦！要在那边啊，看到啦！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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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又没中了。把我的门，这个，哎、欸，他发现了。你怎么会？有可能。你怎么会发现？他这怎么会发现呢、啊？你怎么会发现的、啊？你怎么发现的？这可以长一 点。哎，有了，他去撞了吗？看到的。啊！不是，看到的都奇怪。为什么被这样子？哎、欸，小远牛奶啊，你们帮我上字幕记得哦，要在音轨前面哦，被挡住，音轨前面一点点开始上字幕哦，因为我现在都很对称的，你怎么会发现啊？再往前拉，好可爱，他滚一圈呢、欸，上哎，真、欸、的，你这个他是指那个啦，其实这还好啊，因为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打错字，这个他是指物品的他，你要打他的话，打这个牛布的他是指动物。杀他！真是没差啦，我也会喜欢打人部的他。杀他！要找社尾的啊，要找社尾的。社尾的太难了吧？让他。Oh my god！ 好吧。哦。社尾的太难了吧？让他升啊！他就是。啊！让他是这样子，我去找你。是呢。他第一次聊天是有人讲吗？还是你自己发现？我自己。睡了？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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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你上的没差。是呢，没差。他第一次聊天是有人讲吗？还是不用太挑？你发现的啦，好不好？太强了吧！哇，我还以为你不会发现。哎、欸，该不会刚刚那谁牛奶你上的字幕也是都是慢一秒钟的吧？不了你啊！你女儿在那儿呢。他是说你女儿在那呢？你看哦，你女儿在那儿呢。有没有？怎么进去有人在那？是你女儿在那呢？你女儿在差太多了吧？你女儿在那呢？对啊，英语快被扔。耶、yeah, ，快看完了。对啊，英语快被扔下，你知道吗？你知道腾腾现在在干嘛吗？他在猥琐你女儿。啊，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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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快记下台词了、欸。也可以撞了。有了，有了，传下来，传下来。才没有嘞！我的天。上团，傻子，上团。傻子，哇！傻子，你骂团团哦。哇塞！哎、欸，然后这边就太慢了，这边太大一格了吧？哇塞！哎、欸，天，小智，小智会死啊！被扒死！天，小，被扒死了！小智会跟大智的啦！我还要单，我刚刚要扒第一下，还是直接死？好，我来播，我来播魔物了，我来叫魔物出来了。至少这个，但是我只是想说扒一下到那个墙边。送的魔物还是要捡一下，然后直接被扒死。他在哪里啊？大一中。哦。啊，珊瑚那边有他断掉的尾巴。没关系。啊，回去报告看看可以烧成怎样。哇，我的体力太短了吧？来报我的报告。萤火。大灵脉玉，大灵脉玉，两颗，哇，好扯！
天哪、啊，他给我只给我四个奖，死了太多次了。叮！然后抓到大金毛鸡。那么有毛鸡？对啊，600而已，在冰座尸体旁边。我的应该已经跑掉了，我看。来。也要加耐力的回营地哦。我在挖一些泰坦掘金，想挖几个。嗯，帮姐超吃了一颗了。嗯。帮你的耐力 up up。太棒了！你上的字幕全部不见了，你是没有存档到，因为啊，白痴哦，我知道为什么，你愿意说你宕机哦。因为那时候那个谁秀秀有帮我说可以帮我上，然后他那时候是说他上的字幕，如果你没有存档到的话，全部的字都变成空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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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会是？不是小？哦，会。哎、欸，真的要有存档的好习惯、哦。我自己画画没有存档的习惯，所以每次常常都重画。会是？不是小动。请问我可以直接放弃吗？可以，这版就是不勉强啊。我没有勉强你们上，说要给你们钱没有必要。不是小动物都会跟着大的吗？对啊，然后我旁边再走。好，看，不让我去。节操挑的，节操挑的，他挑的。他很不想要。他很不想要。又出魔物。如果你在叫魔物的时候，我挑你那边。来来，挑挑挑挑挑。挑有吗？好诶、欸，无敌了，无敌耶、欸！看到一个神经病在回来回去要干嘛？炎黄龙跑出来，哈哈！啊，这个看就知道是要往前撸一点点了。好可爱啊！是绑架！嘿嘿嘿嘿嘿嘿！啊啊！我打到他了，咬！有没有这边字就太慢了？走起！所以其实上字母没那么简单。孔哥！啊啊！我打到他！嗯，可以往前一点点。啊啊！我打到他了，他咬我！我打到他了，他咬我！打完冰咒又有阎王，阎王还是被我们赶走的。你说我这边是不是闹鬼？我家恐哥真的很恐怖。以结界师来讲，这边是不是无神之地？宝地呀！啊？风水宝地龙脉啊！跟你讲，完了，他不想跟你这边的地脉结晶比较猛。地脉，你走了？要啦！本性外露。你这边就是人家说适合拿来当那个大坟墓的地方，对，龙脉，风水很好，祖宗发大财啊，本性外露喽，要啦，不小心打到你的啦，哎呦，啊，一柱擎，本字幕请戴耳机就不上字幕了，好，来发布，就这样子，啊，我发完布就是。嗯，点这边嘛，然后点击片，然后这边就挂好西西字幕，西西西西 ，lemon， 很早以前就想找人帮我上西西了，当时还没在 FB 的时候啦。嗯，这个是萧院嘛？萧院跟牛奶对不对？萧院，牛奶绿茶还是绿茶牛奶？绿茶牛奶。哎、欸，我上一步是打牛奶绿茶，等一下，只是牛奶绿茶。我要炸了！我也是。我就烂，欸，绿茶牛奶是上哪一个？哦，来哦，铁巨人，铁巨人这个。啊，我在这边，哦，没事没事，拍两下。哦，足不消，对不起，牛奶绿茶。等我一下，要去改。放个位置真讨厌。嘻嘻。
储存。小小好，不要生气，不要哭。哎、欸，我看不到他的状态、欸，他的我也没有看到啊。小，对啊，为什么？我一直发现他有了红了，红了。哦。有时候会这样，不知道为什么。下来了。储存。牛奶绿茶，喂，这个是20分钟前的事情，你也没发现啊？你怎么可以怪我？我看一下哦，那我来检查一下那个了，那个谁？哎、欸，我在上面，你自己勾一下。字幕，铁巨人送花。来不及了，我光是要收枪。Oh my god！ 好，我被踹下来。好，我来了。字幕。铁巨人走，你看到没有？那个小孩 Ken 啊，不用判刑，赶快走！不用判刑，判刑啊！啊！不用判刑是什么？快快的哦！他的侧面都不会有防御判定啊，还蛮酷的。我就是因为他那个侧面甩过来啊，我觉得。哎、啊，你们要拉这个线是？你看这个指标变成小小 GG 的这个吧，不小有变这个东西才能拉哦。啊，如果有一个手掌印，那只是拉音轨而已哦。我再检查，稍微检查一下。哎、欸，你的好像还可以吧？我看一下。哎呦，要去吧！哎呦，他想看胶、哎、啊，好像不行的，也是他想看，你的也是都会往后一点点。啊，这个也可以长一点，没关系。啊、什么？这还在前面呢？我这么会剪影片的喽？防护场能不能？不能。这不行的，拜托可以。哪里太、啊？有啊，你的好像都可以。啊，这不行。太小了。那就没关系啊，偶尔一些线没关系。就是尽量都往前。哎、欸，我不是有剪石头吗？太小了。不够。太小了。太小了。不要乱讲，根本就没看到。哦，什么16个？我以前盖伐木场都128格的哎、欸。哇哦！哇 ，EH 有没有？哇，是这样上的吗？看到了，好屌、哦。对。哇哦！对啊，不是几百层。来，交叉了。不是几百层几百的吗？我都盖128层128 chunk 的呢。哇哦！那你很厉害哦！哦，对，高斯牌要打掉，忘记打。有没有看到那个野外？看到那些树？忘记打。我的石头，没石头掉。你可以打这个 A 啊，我看一下。128×128，我看一下。你可以打这个 A。对。你可以打这个，我准备好了。这个，耶、yeah ！我靠腰，有没有？这个也可以啊。哇，那你们这个我都要再重新看一次。有没有看到那个野外？看那些树，那都是我忘记打。有没有看到那个野外？看那，打开这个位置，打。这里，有没有看到那个野外？看那些树，那都是我种的。哇哦！进来之前先种的是。哇哦！下来。来之前先种的是不是？哇！好，观众说可以。哇，这个哇也太慢了吧！慢了一秒钟哎、欸，哇！哇！好观，哇！好观众说可以。这里，你们太宠杰克了啦，随便盖都过。好观众说可以。耶耶。
你们太穷杰克了，你们太仁慈了啦！真的，你们不要太穷他。他一乘一就是伐木场了，你不能这样宠他。你不觉得我真的很乱源吗？乱源在这里，要去帮他们吹一下。看一下哦！哇，我踹下来了，他又把我从翅膀踹下来，我真的没有补了，所以他走了，让他去找你。我看手机什么都还在变，我把他从翅膀转下来，真的很讨厌。下来。啊！是谁？是谁？是谁？我看不到。感谢猫之翼的支持。抱歉，在刚刚画面是整个大遮住的状态。喂，你想知道原因吗？我没吃秘药。Oh. 我血量原本就是残的。哦。我想说，我明明把你的血拉满了，你还是蛮有一些痛。哪有？欸、我已经很……很怎样、啊？很怎样、啊？很怎样啊？啊？啊，很怎样？很有量。我在跟影片自言自语。不行，我盖四乘四，好不好？而且我还有一半要分给别人呢、欸。哎、欸，这就要长一点点了。看到 EH 就想笑。那将重增点改造成至少派气美观，那杰克也。我讲反了吗？将重增点改成至少要哦气派哟、哦，怎么这么厉害呀、啊？派气美观，气派美观，哇天哪！造成至少派气美观，那杰克也来盖啊！派。气美观，你放个土，放个花上去就好了啊！哦，好像又派气又美观。哦，对啊，在哪里？还在地狱吗？哎，我在地狱。要竹子了，可是只有一根，只有一根，好孤独、哦。真不是竹林啊，烦死了。好孤独、哦。真不是竹林。
啊，我真的石头没了。哦。好孤独、哦，真不是竹林啊，烦、哦、死了。好孤单哦。哇，他一柱擎天呢、欸，哎，要体力啊。你这个打可以打内，因为团团蛮常讲内的。他一柱擎天呢，还是那？我觉得那也有类似哦，那一柱擎天呢，那个字。哎、欸，哎呦！哦哟，你就不要整天，哇哦！朝这走哦，对，朝这走哦，对啊，我睡了，哇，一睡就动我。对啊，我要把他打断了啊，我把他弄断。哇，他被弄断了，完蛋了，你才。来了！哦，你拍，不是竹子，因为我看到这个村庄有铁巨人哎、欸，我来去看。巨人哎、欸，我来。你好多 EH 哦，哎、欸，哎、欸，我把闪现。巨人哎、欸，我来去看一下。有多少铁巨人？对啊，来去看一下能不能。对，铁巨人会伸手有花的。啊，一定要啊，丢给阿花吗？哎、欸，对，刚刚是谁上那个？又一位世界冠军是谁？到了，我记得刚刚还在聊天室吧？你没办法，十公斤只有普通的输血才可以。抱歉，我说错了，截取的是另外一位的。我听雪峰说，不在意的话买二十就可以了。继续喝吗？我。听说很多鸡王我会怕，太危险。啊，还是他自己会生出？阿花是谁？又给他。阿花是谁？又给阿花。又给阿花。又给阿花。可以是铁巨人的名字啊。就给阿花。这一条一定要有村民哦。对啊，铁巨人可以坐船吗？可不行，是吧？不行，坐不下了。哦、马蹄哦，哦，行不下来、欸。你跟船的载重力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觉得什么都可以用船力。哎、欸、，EH， 不要再 EH 我一下，不然你把这个字复制起来嘛。我想一下，我打一次字机器字母、哦。哎，抓起来。哎，哎，骨头了。来，拿去复制。哎、欸、呢，超多 A 的、啊，这什么都可以用传递。哦，红哥，好，过来啦，这边没。死台，我可以坐船啊。哦，哎、欸，你有可以啊，黑月，你来吧，你来。他比较喜欢你吧？他比较喜欢什么？乞丐需要书，找啥道理？啊，好。你就走，乞丐想读书了吗？乞丐对，乞丐想找工作了。哦，你现在是在怪谁？说清楚。我说，我们现在乞丐想看一下经验修。哦，感激了，交配了。误会，没有。有人说铁巨人可以用三神三，还真的可以耶。哦，我们就可以打得更快、啊。可以耶，我看到了。而且现在只有三分钟，后面更多哦，可以耶哦，可以啊，哦、我一点哦，人家耍回去。哎、欸，村民都是傻子，怎样才可以让他变聪明？怎样？我荣光钢刃听起来好像一个技能招式。有拿到强光珠跟钢刃珠哦，强光钢刃，强光。
就是钢铁膀胱的感觉。那我的技能叫做毒雷光，可以毒珠雷光珠，哎呦，手撕攻击。那孔德都会有一种恐惧。旁边聊到等，你是说傻子还是无业游民？无业游民才对。三坨四坨大便哎、欸，游民有差。孔哥拉出来的吗？对啊。你不是说在奇面族那边吗？这是奇面族吗？这是猫咪，在那个珊瑚前，进冰原前面的那个。无业游民哦，有差。无业游民，哇，好多痕迹啊！就大小大便都有啊。哎，对，想起来。哦，投胎猫咪也是啦，砍掉投胎猫咪嘛，对不对？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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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红眼毒鸡，哇！哦，对他没职业了，我要等一下。想说都傻子。捡那么多足迹，没有一个调查。没错。我也是醉了，想说都傻子，人家傻掉了。人家是还没找到职业而已，不是傻子、啊。哦，掉了，正在吃东西的吗？那也不是傻子、啊。你旁边要放那，你要撞吗？哇，冰咒也出来了，你看，哇，这是专程孤身之地。就说这边是龙脉哦，风水宝地哦。哎，他直接进去。对啊。那我就直接睡他吧。好，娜娜，拜拜。等你睡啊，我想说你跑去哪里？旁边要放那个啊。抱歉，我说特殊的方块，然后有职业。啊，闯起来！方块然后有职业。有哪一些啊？啊，要科普一下。他是不是累了？一些啊。我先挤一下瓶子比较好。你去找尸体挤一下就好了。不不，我直接打他挤。最简单的就是，有时候抓不到他，我都这样。是堆肥桶跟自建台，还有木桶。我这里有小村，你的啊！有事，爆完了。奇怪，你这边明明就打到 A 啦，而且明明团是啊，上喽，你上啊！招牌尖叫，有事喽，有事喽，加油！哎，团杀了他。杀了杀你呀！哼，我这里有小村民。杀了哼，杀了杀你呀！杀了杀你呀！小村民。哦，好，他倒了，不行了。大概加起来应该就是。哼恩是什么？他是打哼呐、啊，哼恩。忘记我哼太强大了，这个啦。你们就互杀有没有？哎，铁巨人快过来！喝水。对，位置错了。艾米娜，铁巨人。艾米娜。有。我突然忘记要怎么念黑月的。没关系，叫艾米娜。哎，铁巨人快过来！有个任务是阻止一个玩家的任务，叫萝卜糕一样。有个任务是阻止，对啊，就叫习惯就好了。哎，萝卜糕，萝卜糕，我操嘞！有个任务是阻止一个玩家的任务哦。哎，对，我刚才想到这个任务。哎，你们要不要飞过去一下？有铁巨人，他在这里，快点！你好用力、哦，你不要睡觉了，小村民，给我起来！那我去找他了。你不要睡，睡觉了，小村民给我起来！你给我起来啊！起来！冰咒，冰咒来了，冰咒来了！开！冰咒跑来干嘛？你给我起来！嗨！睡起！哦，这是我打的吧？给你捆起来！你给我起来！嗨！我好怕！哎呦！起来哟！好，这个好，没关系，我帮你把它挖开，你就进得去了。快！地方真多。什么酱汁？主要看这个酱汁，主要看。酱汁什么酱汁？我们没有用冰咒，他应该不会理我们吧？太空了，酱汁。是，我们就要看这一幕，挖东西啦。Sauce。蜘蛛。Sauce。活塞夹死。活塞。是活塞啊，推石头把它夹在里面。对啊。把它困在小角落夹就好了。对啊。嗯。你是没被塞过啊？对，哇，这个恐暴走，对，追孔哥吧，直接去追孔哥，对，
然后这边比较短，好大了。白骨啊！直接打，直接打。不知道白骨。哎呦，没事没事。你看那个红红的东西，对不对？差点直接冲进那个黑雾。OK OK OK。哇哦！我刚才有看到他粉丝过于庞大，问单子。像这边的字幕其实真的也可以自己上帮忙上、啊、因为有时候他们会翻七七字幕会翻译成其他语言可能用得到庞大问单词七七单词你是从那边也太远了吧你要讲什么你这个笑话你想讲什么你是不是想开什么东西啊这我可以变成两段对不对等一下哦这个可以变成两段打他打他打他一下，任何一下都好。我再打了啊，来不及，我这是侧甲。好，大概不要射东西了。哎、欸，干、欸、这个狗屎判定。哦哦哦哦！魔镜的笑声。高低差，感谢高低差。哎、欸。你要讲什么？你想讲什么？嗯，哦，开错了，开错了！哦，我吸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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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看起来快，有人我吸回来，我吸回来！先撒一下，保险一下。你刚才那血量超级危险的，妈的！直接一口痰吐出来，不就好险？我有治愈珠。玩到 Enter 了啦，难怪想怪怪的。哎、欸，我撞到了。你要讲什么？你这个笑话。晕了晕了晕了。笑话。你想讲什么？你是不是想开什么？你是不是想开什么东西呀、啊？对呀、啊，因为那个什么呀，我怕他啊，因为我那个啊来啦，因为那个什么呀，我怕。哎呀，我怕他，因为我那个啊 ，My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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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啦？铁巨人走，你看到没有？那个小孩 Ken 啊，不用判刑，赶快走！不用判刑，判刑啊！啊！不用判刑是什么？怪怪的哦，是吧？哪里怪怪的？哎、欸，这我去拿子弹了。什么？怪怪的哦。哦，哪里怪怪的？哎、欸，这我会剪出来哦。你要讲，讲清楚一点哦。小心一点哦。跟叙事好一点哦。你要叙事好，好一点哦。哦哟，我扔花。我怎么？哇！我已经离开，还是被爆到？我刚才一出警梯就看到爆震动声，然后你就死。我想说我已经离开蛮远了，我就没有哭了，结果好像被尾端爆到了。天哪、啊！应该飞扑的判断错误。哎，他跑了。哎、欸，好，可以。不用强制让他留下也没关系。他去找冰咒了。哎、欸，妖毒路在哪里？啊，在这里、啊。花给他有用吗？他不是自己捡吗？快点给他！自己会生出花，他自己会生出来啊！啊，快点！你说给他没有用啊？欸、还有，最酷要是捡了十几个，还几个都没有掉下来。啊，这样有照了，要怎么拿给他？掉了一个。我好像没有注意到有没有。名牌比较可怕。OK。拿个命名牌。从那边可以帮我刻到一个。然后给他，然后把他名字选。嘿。嘿。这边是嘿，不是 A。
我站你一下。那我来的，空哥。这里是什么可怕的地方？你知道我都不敢，那用武器啊，超可怕的。我想先等他们走。口外。好哥啊！跳起来！孔哥，孔哥干嘛？不干我的事啊！而且是不用，又不是不能用一抽弹赶走的了啊！一抽弹可以赶孔哥，不能赶，不能赶另外一只。他们生气了。我把孔哥用走。好，用走了。好。好，去追孔哥，去追孔哥。那另外一只不要打他，他就不会来了。好远好远，他在哪里啊？上面上面上面。有。麻烦关。到了，终于可以正常打了。我是 A 神教要加入吗？恶心！哎、欸，然后给他，然后把他名字取大花，不行！醉了，国哥，打开没有？国，干！哦，差点在那里。哦，又是高低差。截取卡跟截取盒有差吗？冰咒又我以为冰咒又来，吓死我！没事。赶紧叫某某。啊！啊！是我被吃了吗？我被吃了他从脚上把我捞起来啊、哦、那我要把小孩还叫做佛小时候、头部在哪时候、这不
不是，我没有讲话啊，这边我怎么会有可恶？可恶什么？哦，真是团团打哦，真是团团讲话啦，团团，可以撞，可以撞，哦，哎呦，哎呦喂啊！哦，要转弯，哎呦呦呦呦！然后 Bobo 要讲话喽，要听我解释喽。怎么样？那是 Bobo 错啊！与其找个二十岁不如找两个十岁。等等，我再去关个门。啊，太早。他红了。他红了。睡了，好睡着，刚好没有事，爆完，我来了。哎，快挂了。对，我打捕获弹。哇哦！那不然，那再撞吗？不行的。那我直接捕获吧。啊！啊！哎，sorry。没事，没啥，影响不大。哎，好，我听到啊，兵抓挂走了。啊，你过来干嘛？他要走的话，就撞他个极限啊，不然就打一打，看他会不会离开嘛。没有离开就继续打。撞吧。那不然我要铁巨人叫我今年十岁，然后那个小孩叫巧人，我也十岁。没有，太红了。惨了我。怎么是对我开红？惨了我也十岁。惨了，我也十岁。惨了，我也十岁。然后，我也十岁。惨了。等下酱油，你还在给他野外放吗？我哦，还是蛮多东西的。等下酱油，你还在给他野外放吗？我现在把他们俩关在同一个小房间内。来了。所以是强制人家开房间。对吧？我强制。所以是强制人家开房间，对吧？我强制他们两个在同一个房间。哇！然后刚刚原本小村民在睡觉，我直接把他床打掉。对。哇！很快哦。哇，这个了。好。哇，这个生气了。没石头，对不对？生气了。不要走。那终于了，其实不用那个、啊，不用不用，把床打掉，你按一下右键就弹起来了。因为你抢他，哎、欸，你抢他的床，你也是蛮坏的。我刚刚就是这样，对我一下瓶子，啊，你也是蛮坏的。床你也是蛮坏的。我刚就是这样。我呀，那我出生点才不一样了。没有。原来。对耶，那我也躺一下好了。起来哦。哎，小屁孩。回复昏沉了。哇，不行。大半夜的回家好吗？我回去了。你还就是不回家的，好，怎么会回家嘞？对，这样子。哎，我跟你说了。哎，说。这样。哎，我跟你说了，这家的姑娘。我靠哟！哇。特别水灵灵，这是我水灵灵。你怎么鉴定？跟我讲一下。水灵灵是什么？啊，你知道他哦？就
弟跟我讲的，你跟我在吃药，就要把你长大以后就是会长得像风铃，眼睛水汪汪的了。对对对，他眼睛很大哦，然后怎么很大？我眼睛啊，眼睛很大。啊！我的天，这个怎么很大？怎么很大？我听这个说很大。有啦，这样有说眼睛啦，眼睛还有说眼睛很大啊。我没有听到说眼睛很大，很大，嗯，鉴定过了，这一次是小雨发动引擎的哦。对，哇，这些女生长大之后很大，会撞啊，她眼是黄的，她刚睡完而已，她太大了。我看到铁巨人站在那个床上，我看到铁巨人站在那个床上，然后床上躺着小村民啊，你想干嘛？你想干嘛？这个哦，你想干嘛？不要啊，铁巨人！我的天！躺啊！哦，嗨哟，又是个美好的早上，是不是该开朵花呢？白痴！我看到他了。啊，是不是该给朵花呢？然后他现在是直接跟你你好像那个业配的，怎么回事？哇，今天这是个美丽的早晨。等到床壁的时候就可以撞了。哇，今天是个美丽的早晨的，你要不要来考虑一下这个产品呢？哎、欸，他们俩都在干我！哎、欸，酱油不见了。啊？不在，拜拜。字幕。哦。他们俩都在干。他们俩都在看。我啦。不，你也讲啥话？该睡了吧？我那个走，要睡了，睡了。哦，不，你也讲啥话？我直接撞了。波波怎么了？上场直接撞。波波说五码1080 P 又一天过来了。哇，买一送一。哇！你讲什么？哇哦，波波！哇哦！你还敢说你是开？我贱的！你这骷髅人居然敢上市！骷髅人！别撞！啊！骷髅！哇！他转头，没有他红了，他红了，直接红！骷髅人！骷髅！我们现在我以为你说你这哭哦！你哭哦！你哭哦！哭哦！哭哦！他倒哦！你给我倒！来这边是你给我倒！这边是你还在哭？你给我倒！你还在哭？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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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建起来，不要再啊！哇，起不回来，起不回来，太痛！灯看我了啦，算我每天天天灯看了，灯看我了啦。要建多久啦？好烂啊！灯看我了啦，算我每天天天灯看了，灯看了。电够没？
算了，我要穿穿搭了。看了。睡了，完蛋了，真诚哦。我有了，没错，有的，我已经预备好了。耳朵是不是睡的时候就把我就拔武器了？那走武器。哦，我的耳朵是不是石头？哎、欸，红哎、欸，我没我的耳朵是不是卡住了？没听到我刚讲什么？卡住了。嗯、你先补子弹吧，我也补一下底。那我刚讲什么？卡住了，我跑去找兵咒。那我刚讲卡住了。那台不行没关系啊，我来弄就好了。那我刚讲卡住了。嗯、白痴，都是小屁孩跑出去玩呢，铁巨还在这边呆呆的出来。哎、欸，他不懂怎么追。呆呆的出來。啊，我看一下他在哪。哎、欸，他不懂怎么追。追妹啊！你要帮他啊！啊，你真的是铁头！啊、你真的是木头！哎，不对，你是铁头！铁头！铁头！该吃吗？小孩！小孩！粉纯！小孩！小孩咧，小，哎呀，软化中死亡。小孩咧，来我的天，只有这个了，我就没见过。我不懂，来我的天，只有这个了，我，来我的天，只有这个了，我就没见过。什么任务啊？一切。抱歉。开台竟然在看我猴子影片，什么任务啊？一切就感觉这个啊，一切就是这个啊，从以前到现在吗？他一直没有，我有看过一次，他会自己拿，不用理他。对，他会自己拿。那小孩嘞？可遇不可求。对啊，快点，我今天就在这里耗到死。这太长了吧？自己拿，不用理他。对，他会自己拿。对吗？这完全不对啊！没有没有没有，站起来！牛奶在干嘛？字幕完全跑光光啦！他会自己拿，不用理他。对，他会自己拿，应该是对，他会自己拿。没有，这边不能怪你，这边真的很难听。对，他会自己拿，只是你字幕全部上不对。那小孩嘞？字全部不对，我吓到而已。音轨啊！可遇不可求啊！对啊。好、哦，对啊，啊，快点！那这个是快点，快点！我今天就在这里耗到死给下巴拿花！啊，我飞了！给下巴拿花！没有，他接这招，哇！很无语，哈哈，很无语。我原本要找熊猫的啦，不好意思。哇！啦，白痴哦！我觉得你们去找熊猫比较实际。对啊，找熊猫可能比较快。半夜四点上，干你给我睡觉、哦！对啊，找熊猫比较快。音轨又跑掉了。对啊，等一下九点钟还没有就算了，真的。在等。不要为了上这个上到那么晚了、啊。再等一天，我再等一天。看这什么鬼字？他一柱擎天呢、欸？我要把它打断了。坏掉了。好，
结束了。阿布。嗯。啊，应该没问题。铁巨人，走！你看到没有？那个小孩。哎呦！哎呦喂啊！等下 Bobo 要讲话喽，要听我解释喽。那是 Bobo 错啊！与其找个二十岁，不如找两个十岁。哇哦！那不然我要铁巨人叫我今年十岁，然后那个小孩叫巧了，我也十岁。惨了，我也十岁。惨了，我也十岁。然后，等下酱油，你还在给他野外放吗？我现在把他们俩关在同一个小房间内。OK。我回来了，走了，走了。没有啦，这不是我剪片啊，是我在整理他们的影片啊。那个 Marty 我就晚点吧，那个晚点再弄，好累哦。审核中，我那个。关台后再审，开台还是做开台的事情。哦，你已经做了大概全部的时间，不是开台的事情了。等一下，没错，已经没差了吧？没有，前三十分钟还是有在猎龙哦。我怎么不记得？你没有吗？印象不深。可以撞，可以撞。我晋级会所开给你们之后才开始剪的。哇，他贴墙啊！欸、不是，刚刚有快半个小时完全没叫魔物哎、欸，你们打得很开心啊！哦，你就知道你这个是龙脉了，就跟你讲，再次强调这个地图真的棒。你叫的魔物只有两只，两只萤火龙，其他的都是自己出来的，靠自己的。很强哎、欸，你的地图，我的地图都只会出熊彩龙，有个废。很强呢、欸。好，完了，拜拜。好，好，没事，我没掰。差一点。天选。哎、欸，睡了。没有啊。睡了。哎，刚睡了。然后我看到了，我看到他睡的时候来不及了。完了，拜拜。哎，啊又来了。等一下，等一下。啊屁呀、啊！哎，酱油膏离我太远了，补不到。哎，又来。我晕了。哦，可以的，麻起来。又来。哦，没事没事没事，不用道歉哦。干，这马也太硬了吧，电不死的、欸。何止电不死啊，感觉根本没电到他们。爆发弹，还有冰咒龙哎、欸，你们是不是对他有想法？有、哦，我们原本在打冰咒龙啊，就那一只跑掉了，出来麒麟，我们就打麒麟，结果冰咒龙又跑出来了。钱包忘了带。钱包忘了带。我去带完钱包就跑过来了。我们赶快杀死这一只，再来打那只冰咒。哦，后头来，看一个快。对吧，脚破了就几乎是快破了。你说要不要？比如说被钉死把头的那个，
特利啊。DNQ 特利屋。呀！哇，斗龙又跑了。要跑了？那撞一撞他。那血血死他！先去撞个几下，你再跑。哦，至少要撞个两三次再拉走啊。为什么这只古龙只有阴火龙跟风飘龙啊？这是什么垃圾种啊？嗯，走哪？我走这里。上面跳下去不是吗？对对对对对。哎、欸，好少、哦，刚撞而已啦。我不信，第一次没那么多啦。你要撞的话，头破掉的那一次才会。看两个了，两个了，三个，两个啊。那你再追他一下再撞。我正在努力。头破是不是？头软有没有？对，没石头了。这位置也不太好。不会啊。看起来先撞。好，你了。拍两下。那边撞不到吗？哦，撞不到，抱歉。再拍，可以。哦，我刚想撞这面墙，我想要那边从撞得到。哎、欸，他是撞几次掉几样，是不是？不知道、欸，反正他掉很多就对了。你要狂撞他的头。他好像以二的倍数成长、欸，哎，第一下一个，第二下两个，第三下四个。这样好啊。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四加四等于八，所以四。他这个是。二的二进位，知道。我先回去补个子弹。数学龙，我。哎，好。我有被针对的感觉。最近现在一点都不行。
白爽呢、欸。反而精卫龙很烦呢、欸。哇，他是要跑了还是回家换地图？我应该是打。打零蚂蚁。看一下就知道。他好像要跑，对，跑了。好了，赚到几个人？哇，没有古龙了。对，哎有啊，一出有一只出来。哇，你看，又来了，好地方。怎么会有灵脉玉碎片？人家打了什么东西会灵脉玉碎片？就说他会降级了，还没成长好的 Apple 就拔下来了。还有吃。把它拔下来了，还是想吃啊？吃爽没挨爆？哎呦，还有孔哥的宝玉，火焰猪兔，下一个目标阎王龙，在哪？他在哪里、啊？看是不是这个组合是刚刚好的？大一种，我看到大一种，赫西的那个没有满等，什么东西没有满等？就熔岩地带啊，所以他只会再大一种。Go， 是不是大一种配陆三虎就很容易出啊？哎呦，有可能哦，有可能哦，你的组合是对的哦，大一种陆三虎加冰雪地带，必出三星魔物。好。哎、欸，给我什么龙票？狩猎底顺带提，你使用的武器是第十四名流行的哦。哎、欸，你好，你好。龙人票据在这里坐着、啊，真的很可爱。嗯。哎、欸，王者太硬气了，我在前面。保住。哎，我来帮他。我先去捡吧。他只是在做，他们做的这边八成智障。艾米娜，艾米娜呢？艾米娜呢？艾米娜，你迷路了吗？艾米娜，我要吹笛子了。还撞、啊？还可以再撞一次哦。哎、欸，艾米娜嘞！艾米娜，迷路了、哦。对。对。感谢杰克在哦，没有啊。睡了。丢。阿强，阿强，看起来会。哎呦，这只也是第一次一个，第二次两个哦。好。哦，噔噔噔噔。我帮你们喝了。我的乌龙一直结束发动，结束发动啊！太烫了，笑死。什么发烫？他的身体啦，爬上去的时候无伤一直结束发动。对啊。好了。我有点胃管哎、欸、天啊。我身体在发冷。因为我穿短袖。我穿短袖我加20度。下大雨。好。那还蛮正常。完了我会不会。我被冷死啊！截取盒会很贵吗？我有大零卖一的，知道哎、欸。你们那个是实况要用的截取盒，应该跟一般插电式的不到一不一样。对啊，这是重点啊！那個欸、我要去，那个你要自己去问啊，那个我们要。我要去问了。回答不。没事，不怕爆。
我可以开赛亚人吗 ？HTT， 我怕你讨厌我。啊，你开啊！你那边有人问吗？截取盒，还是我去帮你问问看？嗯，我这边有那个啊，团团他们啊，哈基杰克他们可以问。哦啊、只是之前好像哈基就是刚好买到鸡王，还是团团刚好买到鸡王，所以我就很担心这种事情。因为这种事情常发生在我身上，我的耳机啊那些东西常买到鸡王。我还没有买过鸡王哎、欸，屌哦，很屌哦，很爽，烧起来！算了，哦、睡了，没注意到，没事，上上上上上，拍一下就好，拍一下就好，好，可以了。这不是阿强吗？哎、欸，阿强，不是阿强，阿强是要从这边往这边撞才是阿强，从那边往这边撞不是阿强。好，这个阿强我是分得很细的。嗯，阿强。他们业务分得蛮明显的啦。对啊。还可以啊。摸到了啦。可以，看这边就可以了。Okay. 红了。太晚放了、嗯、全单，这就是犹豫就会败北，犹豫就会白白给，还想犹豫啊？对不起，大姐，哎、欸，等下，啊！我射出去了，我还往前冲，我刚可以放弃你们嘞，气死！好，我自己背负了，所以我也背负了，烦。垃圾，就说飞扑要练好。你又不补了，我只补我自己了，不补你们。看到我自己受伤，先吃枫茄。枫茄吃完再开始喝营养，喝药水。下来了，我下来。哇，背好硬。不是温度是其次，重点是在下雨，下雨体感会就变很低。斩龙，这只是不是也是古龙之子啊？我觉得斩龙这种特色啊，味道。你要这样讲，斩龙这还有点用处啊，它断剑尾。斩龙我四十只啊，断剑尾已经够多了。哎、欸，岩杯可以啊！后被烧死的岩杯，岩杯他是大龄鳗鱼啊！不是，你 WiFi 范围怎么广？哎、欸，他被我炸下来了！我刚才在上面就吃到你爸。又跑，下来了。上来了、欸，跑了吗？没有，他跑去哦，珊瑚要去大一走，他去喝水了。那大一走吗？我说没有，入珊瑚，哦，入珊瑚了，口误，可恶吗？口误，我以为他直接跑了，吓我一跳，你醉了。我现在好久没有往瘴气跟龙岩地方的走了，完全不会经过那。我也是。对了，上次去采集的时候有经过，可以撞了。好好，来了。哎、欸，有点远了，这个位置。哎、欸，再发一下吧。发全弹。哦呦喂、欸！
对，我维克在上面。不是这边，他起来再撞也来得及。哇，那个位置。哈哈哈哈哈！到底在干嘛？不是在干嘛？我刚手很乱。我们在打排球。哦好。嗯，传接球啊。干嘛啦？大人最爱的游戏。大人最爱就是踢足踢皮球。推卸责任。好。有没有画面？真的蛮智障的。看你是黑人那个武术嘴吗？哈哈哈哈哈！为啥这么好笑？差点被烧死、欸！武术嘴呢？最近看那个什么，我再也不瞎买了，不是吗？我不会死，我相信。我本来要闪的哦，你们说你们会练的，我就没有闪的哦。我在他头上，我另外一个，你可以在他头上翻滚啊，跟俏皮的小孩一样。那黑怎么死的？我相信我撑得住。他搞不好是剑切往上的时候，是吗？我猜对吗？他那好长的鼻子。我相信。我相信我的那个正十二的火耐，这看起来是要正二十才有效。他通掉了，通通不许动。好，你看一下你车道是什么状态是什么，有看得到吗？我看不到啊。啊，好了，好啦，好的啦。他想去冰原欸，他觉得有点热，觉得有点热是不是？可以。欸，可壮，我来了。哦哦，你来，你来。素瑶，可恶，竟然没有中洞，亏我这么想看画面的。来，我们现在就是一人一边嘛，一个往前撞。然后再继续往前撞，如何？如果不够长的话，没有讲真的啊。如果不够远的话，我们就一人一边嘛。中途可以再压第二次吗？啊？中途再冲刺是不是？试试看啊。好啊，可以啊。懂人马赫啊。他死啊、哦。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快打死！不然他要开大绝炸我了。没用了。有还是有？这次有，这次有，下一次呢？我闪！我傻了，我傻了，我傻了，我看到都傻了。你还记得吗？皇上啊，我的粉尘呢？我的粉尘呢？有啊，今天又剪进去那一段。我傻了，我傻了、欸。所以是他死掉、哦？是他死掉。所以那天是说他撒粉尘的画面死掉，不是我死掉。我截取起来。对，我以为是你死掉，然后他说他有撒粉尘救你的。对，那天那我有那个我有 take 那个画面。
皇上是说对不起啊，我是说哭啊，再不去啊。不是，因为我想说，在吃的话，因为 我注意到是因为失败之后我是人蹲下的，我想说，哎、欸，死掉不是应该躺下吗？对吧？死掉的画面应该是那个死掉的人是躺下，然后解任务终了之类的。啊，我发现说我是蹲下来的。啊，可耻！普通金狮子。好，可耻。再也爬不起来了。角龙，角龙，角龙，你不是地震吗？那给角龙，没毛病。再來要哪一只？还是等下一只自己出来？快点，可以自选哦。就一样，继续刷那个萤火啊。好，我想上厕所。你先去射刷，不会那么快的啦。嗯。哎、欸，重新进来好了，先不要叫，先不要叫。好啊，你想要不吃是不是？可以啊。海豹。你给我炎龙的宝具干嘛？耐震回避。那出去了。还是你想看一下今天捡的，我去播给你看。来去找一下哈。嗯，今天捡的。我重开一下游戏看看，然后好。来给你们看，这是今天的魔物小剧场。好久没用这个音乐了，好怀念哦。嗯，这个是缩小视窗，敢让我缩小啊？那怎么缩不小？对吧？我看这这么大声，大声。大招了，然后
不会动哎、欸。啊。是不是有人宕机啦？是不是有人宕机了？你可以设到五点起床啊。你五点起床要两分钟的暖机时间呢、欸。你没用啊！不要这样子骂自己啊！我没用，我没用。你看我没用，我没用。你不要再想了，你有没有超想的？一样的音啊！我说我没用，我知道了。我没用。三小时，玩家名字都很像。好，三小时五十三分，我没用。好。我听不太懂在讲什么，说真的。哦，没有。我说我有用。我有用。我好像不能输出哎、欸。不是我会在空中被电脑，我的天。不是啊，我被他抓下来了，干嘛、啊？走开！哇哦！哇哦！这画面，哇哦！真是。不是，我真的没地方跑。好冲击哦，那个画面！哇哇，我冒冷汗了，我的天！哇哦！都不行了，多抱歉。要继续锯我吗？可以啊，都可以啊。我看一下，我才好了。他会把人逼到角落，用这一招，小心。你先让我看看，我等一下，我先看看有没有其他我想买的，我再考虑要不要用虾皮好了。你虾皮叫什么？繁星的兔啦。哦，我靠！差很多。不是，等一下，我只打繁星，还有一个繁星情趣用品。你知道我在开台吗？对不起。你知道我刚开台吗？我在吃啥？我在吃炸杏鲍菇。哎呦，好吃！好吃。我对我骂脏话的时候就开。素材够的话，不然来刷直播。你还有骂脏话，而且你刚刚也没。昨天你们大家都不打的时候，我自己在那刷，刷到了一颗酱的。没有误会，七点。你两颗了吗？两颗的够了。我一颗了。我直接打，开场就很猛。你快看我的台，你快看我的台。你去看我的台。我太傻了，我已经傻了。没有，你省多重复多重复。我也挂着的关系，他直接卡在那边，然后变。你也快傻了。我也傻了。画面。我看到都傻了。看你们的血也是有点可怕哦。还要干什么啦？不要啦！皇上真的很可爱。不要啦！不要！我不要！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要被拍了，是不是？我这个！不是有密钥啊！我说你有。我在吃了。不行，你说你有密钥，我就不服了。我想说我要打了，啊、过段你这是炸的。我打粉，别炸成别什么样。哈我真的太吃了，我真的太吃了，请相信我。我给你看，我真的太吃了。已经很含进去了，来不及了，那个布丁还没出来，我还没咬而已。我在想，他尾巴那么短，怎么可能会得到我？我在傻呀，他真的会。你是在傻粉，他就打开啤酒啊？在傻呀，旁边那个绿绿的粉了没有？你这个是准备白喝两次哎。不是西瓜剖一半准备推出去了吗？就是白喝两次的。啊啊！
不行，每次看到好冲击哦。承接八号营地，压票，压，好压。更变装备还没开放上线，对不对？那个防具上线啊？就防具不是说什么开放什么等级二十哦，还是多少？还没嘛，对不对？有吗？是下一次吧？是哦，我不知道有开放。我记得有说其中一次活动会开放那个防具上线。哦，那可能是之后了。因为现在还，我确定还没有。有，我有看到啊。对不对？有齁。有。所以是下一个活动吗？看一下官方吧。好像激昂新狮子的时候吧。哦，那就是下一个活动了。嗯。那就是四月底的那个时候。哎，是四月十号吗？还是四月几号？什么玩具上线？防具啊，什么玩具？拜托，我要开车才不开这种小玩意儿呢。玩具上线，哪种玩具的？要开放上线的话，感觉大礼卖一遍要不够了，还有我的钱。特大礼卖玉，他再出个特大礼卖玉就要疯了。大礼卖玉都刷不到了，还特大礼卖玉。我就是想开车啊，怎样？我在想啥？想开车，开都这么明显了，你还听不出来？想开就开，绝对。我先出去，我出去吹。啊，好。我要跟黑月说话。哎，黑月，昨天那个是你吗？观众场的时候。有个 blue moon 的、啊，不是，先走，不是哈、哦，我想说奇怪，黑月，而且是女装，嗯，叫黑月怎么想也是 black moon 呢、啊？对啊 ，black moon 啊 ，b n 吗？你刚说 blue moon，、啊、白痴哦，月，我嘴巴含东西嘛，含什么我不好意思说，好，炸物。嗨，苏某。190哎，好痛哦！你有吃鬼人药大师？废话，我每次都一定有吃，好吗？哎呀，没有，我是问你，你是不是有帮我吃到？因为我伤害比昨天更高了。有啊，我会撒粉尘，开场就撒粉尘跟吃种子啊。哎，说到粉尘，忘了撒。好爽哦，可是蛮最高好像190哎，是国一的高。哎，你再打看。现在有撒粉了。好，我现在打。等那边喽。好吧，冰上190。是哈。也是啦，你都拿那个还打那么高，其他直接玩什么？我想捡东西而已。哎、欸，其实不用捡，对不对？不用啊，它不是什么好东西。好吧。好吧，就是赶快杀掉他就好了。好，是不是到公海啦？是干嘛？请问这个梗是为什么？可以为所欲为。可以为所欲为。笑太爽了吧！
很爽。我想说，公海就可以杀人而已啊，没想到是可以为所欲为。不是炸棒棒呐、啊，杏鲍菇。炸棒棒到底是什么鬼？炸棒棒是团团的啦，他说他喜欢。谁的棒棒要被炸、欸？太恐怖了。团团说他喜欢吃炸棒棒啊。好啦，吉拿棒是不是啊？吉拿棒好难吃哦、喔，还是因为要看店家、啊。欸、我吃的吉拿棒都有够难吃的，然后玉米棒而已啊，没味道的玉米棒。是哦。对啊。没有吃过。咖啡呀。Chinese 油条。油条。没有，那也不是 Chinese 油条啊。American 油条吧。American 油条。我喜欢吃炸棒棒。好好，你翻。哎、欸，不是说到那个吗？哦，你说那个状况。雷二来了。加塞。哦。哎、欸。他自己跳进来。好、哦、一堆调查报告，我的天，我都没去整理耶。这三天的调查报告还没删呢，一定很刺激。我有。打算是拿到调查报告，不是飓风就是恶心的。哎，他太扯了哦，捕食我就可以跑掉，有这种人的哦。你看，每次都死被打就是要打，力战就比较嚣张就对了，哈。是。好，力战你赢了。啊呜！哈哈哈，拍谁？啊！对，我超级下去了。去啦！好。欸、不行哎、欸。还是要等到他到定挥掐一根跪掐站的时候，我再拍下去。你懂我吗？天哪！哦，突然听到这首歌，我有点冲击，有点老。你的观众知道这是什么歌吗？嗯，什么？周杰伦的吗？不是吧？五月天的？不是吧？周星驰的。哦，可以。想你知道不可能。就是911的啦，哦，911的也是可以当唱东区东区的嘛，对啊，我要拿核桃，龙都喜欢吃核桃，吃核桃啊！现在不是那个吗？动物森有会都是什么什么岛，对不对？哦。我那时候那个谁，我个朋友他的岛叫做穷困潦倒。好普通，还普通啊？有没有梗的？如果真的要玩的话，我想去。我看啊，今天去看另外一个人的台，他说他的朋友叫做假头刀。这个还不错。假头刀。哎、欸，这个还不错。对啊，我想要有梗的，如果真的开始玩的话，可以拿来用。假头刀啦！假头刀啦！还有什么刀啊？啊，没有。
八三要唱东区，东区我知道啦，你听不懂这是反哦，你也太认真了吧，杰云，你怎么不懂我们？我就是乱源，你还在那边跟我认真？哦，拜托，我们这个通话里面有两个最大乱源那位，对啊，哎、啊，海、欸、哥，对啊，我看不懂，郑瑞石。打瑞石，快快快快打！哇！换他抓，有什么打？有的突然找不到什么刀，卡加布列刀又太普通，没创意，这不适合我。没创意。对啊，灰魔头刀。对啊，打灰魔头刀啊！我就刚刚在看这个啊。哇，我的画面好 rock 哦！这是什么？防音体术哦，这可以哦，防音体。防音体术还不错。赞！哇，我的友爱珠即将来到100颗。它叫永灵刀，永灵岛，可爱乔湖岛，好了，还是取这个好了。我觉得乔湖岛不错，可以，大家的童年。炸花枝真的很好吃哎、欸，炸。我想吃梅州油条。嗯？还是要叫豆豆？豆豆。お疲れ様です。参加。你看这观众数才是正常的白天观众数啊，而且怎么会是礼拜六下午的观众数嘞？怎么可能？没有啦，不过昨天真的是夸张哎，真的是。昨天只刚二十出而已，很少、啊。十几啦。十几。没有，我是说昨天晚上我更气，给我断线。真的可能、啊？你们没有在？我私下那边狂抱怨，我都快哭出来了。然后昨天就伤心，直接去睡觉了。受到你的无奈。对啊，想要拼业绩，但都被这样搞。我看那个啊，群组里面也是啊，很多都是在礼拜五工商嘛，因为下班下课，隔天放假人比较多工商。哦，对呢，如果有谈工商的，不就炸了？他谈工商时间都是讲好的。对啊，就说都跟厂商道歉什么。而这个厂商也只能接受啊，因为这个不是他们的问题。所以你们通常去杰克台，然后问跟杰克说，跟繁星说他的台断了，我知道，我一直在弄。因为昨天一直在弄连线啊，然后又在附魔啊，又在守保护 Lumi 跟那个 Bobo 他们啊，可是就是。弄到一半，然后突然打起来，我装备根本就没穿到什么东西，跟他打输，装备都拿走，就觉得很难过啊。哎，昨天露米还在安慰我，哎哇，没关系，我装备给你啊，这样子，哇，好贴心啊。你看，在一个男生坠落低潮的时候，低潮爆的时候，一个女生来帮你清低潮，你会很开心，把你低潮的女神全部删光光。有啊，拜托，最近觉得 Lumi 的那个 Lumi 讲话哦，因为他以前讲话就是刚认识的时候都讲话会有点紧张腼腆嘛，
啊，熟了之后就放得开，然后听他讲话哦，就觉得可爱，又配上他那个高额头、妹妹头。好，我就送你到这边的孩子们。我要回去补粉尘，粉尘撒光了。女神啊，女神！教主不哭，给你哈基秀秀，哈基秀秀嘛，那他分账呢？我发现一件事情，对啊，你现在方便看我的台吗？我要丢回归球才能看。哦，没关系，那没关系，就是狩猎底啊，在营地倒插嘛，很像一只蜘蛛倒过来的脸，就是它有个主眼跟副眼嘛。哦，对啊，就是有四个眼睛，然后一个微笑，然后又就是这个狩猎底又有那个很像爪子的在前面跳蛛的那种肥肥的大爪子。有没有？这个是蜘蛛的眼睛，那是它的嘴巴或爪子。哎、欸，你要给我秀秀，也给我，也不是那个秀秀，我要的是妹子。你给我，如果你给我那个秀秀的话，我一定气死。不想看我，看我早断气之类的吧。伤人哦。不会伤人啊。Business。很吟游诗人，好多兔兔哦，抓一下。好久、哦，那是我的飞翔打击。我刚刚骑他也是骑好久的啊。没有刚刚欸，我刚刚也骑在上面很久呢。对啊，困啊，太壮了。石头，石头，我要找石头。我来啦！啊，我赶下面。嗯，罐通有吃高攻击力吗？没有吧。什么高攻击力？罐通有吃攻击力吗？有啊。白痴哦、喔。艾米娜，切石头下来，艾米娜。求你了，艾米娜。哦，有啊，什么 ？Oh my god, in day do. Oh my god, one more in day do. 你已经死了。你中吗？怎么看得懂日文呐、啊？打游戏的话，日文那么好用。
啊，被挤出去了。射在左手上了。哦，射在手上，白痴，要射在左手上。哎、欸，撞进去了。没有，直接找你了啦。干什么啦？我事后有理哦，只是我摔一下好盘哦。干嘛啦？忙什么啦 ？Monster Hunter， 万朵。那我在这边吹啊，我在这边吃，让他再扒个果冻。给他们看那个评论一下，你是说小孩子的哈基还是那个妹子的哈基？哪里？来了喽！我觉得这很恐怖啦，这个啊，有没有终极啊？哎呀，我起来，我忘记了，被后面突击。哎，你知道钻果洞，你怎么跑掉了？来，大家跑起来！跑步，跑步。我去！我想说，我射一发，不敢再射第二发了。啊，这个石头挡在这里，假石头。可抓了，瑞斯，我的地洞呢？瑞斯，啊，他不鸟我的地洞，那我过去，我过去。他来了。他不是喜欢用灌篮的方法吗？让他灌篮啊，不是吗？他不是喜欢这样子。好，来，给他灌篮。来了。他想，他想带球上篮。据说哈基的 DC 一片喝彩，真的假的？粉丝们高潮了是吗？嗯，你看，哈基就是很会逗得大家开开心心的，哪像我，只会嘴观众。对啊，对啊，必须把他逼住二。挑战体数三颗喽，好费，好费哦！哎，我从刚刚到现在在想还有什么岛，想不到哎、欸。我在想啊，还是 Google 搜寻创意叉叉岛，找到吗？好，感觉一定会有这种超多的创意。叉叉岛，光良叉叉遭海龟强吻，新专辑独创泡面创意被抄袭，哈哈哈！什么创意岛数位科技，松山文创区。我的爸！创意之岛，台湾设计之旅。还说什么岛啊？
还是什么什么祈祷有没有？突然想到一个，可是想一想好像也很废，就算。嗯。然后兵败如山倒。調子はいかがですか？废。废。真的。这个在假偷刀面前就逊掉了。真的。不然就你要小心滑倒嘛，小心滑倒。有啊，这个我有想过啊，可是这就是小心滑、啊。少女的祈祷，哎呦，少女的祈祷，哎呦。不然你叫观众帮你想啊，你现在拉一个选单，开始请他们投票。啊，千奇百怪名都会出现。啊，第一名的我只是拿来参考，我不一定会用。再见再见。不知道找什么意思的。随便丢包啦。好啊。哦。嗯。骑少女的刀，骑少女的刀，骑少女的鸟。磕个头啊，可以啊。嗯，我可以现在先讲啊。我靠，哎，我还没开始玩，搞不好玩也是要下。下礼拜日以前才会有啊。用餐。我想想，知识名称里面有哪些奇的？那个落石嘛，哦，啊，我不知道他拍我，没有看到放地洞了，啊，就过就过就过，来我这啊，他真的来了。他倒在我面前呐、啊！哎呀，为什么他倒在那边、啊？你要不要看我在干嘛？哦，哈哈哈哈哈哈！大毁了！我刚坐着，他说倒在我面前哦。他在我面前跌倒，哈哈。啊，原来他也在帮我想那个岛名。他在我面前跌倒，哎，可以撞。
转圈。困。我来了。好，你来。啊，钻洞了。垃圾。垃圾。水镜龙乐园岛，他是谁啊？水龙镜啊，水龙镜岛，好、哦，不要吧？他是谁啊？一个知名的人，知名的什么东东？不是演员吧？哎、欸，很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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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个一定有人取啊，这感觉就没有，这一定一堆人取哦。对呀、啊。外拍火，我的纯爱大师，去八号营地旁边那边。现在不想买声友会的原因，纯粹是因为我不想买会员。买什么？买会员啊。什么会员？你没有那个任天堂的会员，你不能跟朋友玩、啊。哦，对啊，他不是要那个吗？包月还是怎样的吗？对啊，你要包年还包月的。对啊。是。不会玩的时间没有那么长，那个顶多玩个一两个月就不会再玩。啊、可是一个月多少、啊？又很贵。哇塞！我要看一下，我记得一个月也是几百块吧。撞他！Nintendo Switch Online 付费。哦，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贵哦，100块而已，100块毛不到。
的，因为我记得粘的很便宜。粘的就1000块这样吗？没有，粘的不到1000啊，700块吧。太壮了。之前为了玩那个 Double Close 的时候有包你。好，马上。卖卵哦！啊，扔死了，扔死了！我记得一个月100多吧，每个月的话，我用信用卡账单都会出现。什么？你们乱讲，要有倒的啦！你们老汉推车做连关，才不简单。没有。快死了！不然我看到陷阱。哦，他被抓到了，他被我抓住了。啊，不是要抓吗？不抓、啊。啊，大家被抓陷阱了。陷阱没了，我爆完陷阱。好，我来，我看一下。他倒了，他倒了。我陷阱了，我就刚补充，他在这里。等下，你这去修柴的、啊。助手，我要放陷阱啊！只咬我。啊。只咬你不是吧？是你刚好在他的面前吧？因为我刚好要放陷阱，他们就突然一群人一群冲过来，太左。那、啊、不是你在他的攻击范围内喽？这里有点激动。3:09。3:09。哦，红红的逆境解放，爆破术。有一种你手上拿那种食物走进一堆宠物的感觉，什么？什么感觉？被你扑倒吗？哦，你是说刚刚拿陷阱吗？你刚刚是被一群二哈或是黄金猎犬扑着咬。艾蒙晚上要打什么吗？我应该也是继续刷或是巨魔吧，不然就是刷名字。不玩别的也行。怎么不愧是教主，北七哦，那个被你扑倒是我一开始就想的，我想说干不要好了，那种想被扑倒。
吃个饭。一年好像600多块，那买一年就好啦。对啊，你买一年，只是想到买了一年没什么在用，就觉得浪费。我现在更浪费的是健身房，我根本跑不了啦。哦，你也是包一年，然后跑不去，是不是？我想去，可是我真的没时间去。我是一个热爱运动的少年，曾经还在高中毕业之前都是很喜欢运动的人。没有啊，现在你看哦，早上9点开始剪片，剪到12点，然后下午就开台了。啊，休息时间是5点到7点嘛，对啊，够没时间啦。每年每个月都要付900块，靠！靠什么？贵吗？一个月900，啊，你已经付完了。哦，每个月还在付啊。还有人再撞一下吗？是啊。HTT， 你冲啥笑？我来了，我来了。是没来吗？嗯，三太子要生气了哦。丢包完啦！哎，哥，给我这边挖矿。他矿都放在那边给我挖，我不挖很对不起他。好，可以。这边三只龙会。哦，你要找到这只龙。看，我就像是准备出捷运的人。就是被黄捷运里面塞干。被你扑倒很赞啊，潜台词就是上来自己动的意思。干也不对齁。如果取这个，你们都跑来我这边偷水果怎么办？不是吗？听说这不是偷水果很没品的游戏吗？就跟以前的开心农场。对啊。完了。没事，不会让你死的。先看到一张梗图，这只猴子手拿两个好像橘子吧，嘴巴叼着一个橘子。然后图片的名称是说，你去别人的岛上偷三颗橘子和你。然后哇，这也是开心农场是不是？不能偷。小紫山，
钻狗洞，钻狗洞，钻狗洞。那、哦、比较吼的、啊。哦，这是好几次啊！哎呀，听不到真好。真的，是不是？当个聋子多开心。那是要的。哦。要打开自己这个的门。呱呱！靠！哇！呱呱！那是青蛙，不是我打的。我踢的。不然我在靠那是干嘛？还是你就是骂我骂那个踢青蛙的人是吗？有道理。有道理。啊！没有，那干嘛啦？哎、欸，结果雷又倒了，他没倒。昨天王国有参加到开心，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是跑到我们这边送吃的的哈、啊。哎、欸，很恶劣哦！他算准了起来的时机才过来的。恶劣，恶劣，谁啊？很恶劣哦。哦，好，没事。啊，有事了！我在收枪补血的路上出车祸了。快乐风男，挂他尾背，挂在喵哈。喵哈，礼拜六是玩什么？家了。风男，我家。风男怎么没有闪过？风男在喝水。哦，我想说你不是无限闪吗？我换片手剑了，不播啦，不播啦。听耳安安。哦，熊，对啊，对啊，对啊，你那个解谜那个也是喵哈跟我讲说。他都是玩他们家那边的解谜啊，所以那个也是喵哈推我的啊，所以都是那个同一个公司的，所以是一模一样的，一毛一样，没毛病，没毛病。
看你呢。分辨道具。你上礼拜有看到？我上次有玩啊，玩一下看到字太多我就放弃了、啊。喵他就说那个那种字都很多啊。赞是赞，可是字太多我不行啊。你懂吗？你跟一个不会吃辣的说这真的不会辣，真的很好吃，什么东西的，一样的感觉啊。一样的干。他喜欢吃面，但是不能加，你又推这个辣的东西给他吃。看这奶真的很棒，形状。都有配音，可是都英文，我英文就不好，你一直在逼我。你是瞧不起我。是。我吃辣吗？我以前不吃，现在稍微能吃。现在是有饮料就可以吃辣，要水喝。哦，还有什么？一来就在那边大回旋。噔噔噔。我听得到他叫，我听得到很生气。我感受到了，终于听到了。他是在帮我们家调查报告吗？是。我的队友是不是快死光了？我也不会死。杀分！啊！嘿，不用谢我。辣炒青蛙。辣炒青蛙很好吃啊，靠腰皮快没了，好了，好，敲你头啊！快乐风男，快乐风男拿的变手啊，风男。
害了江江回来啊。好累哦。嗯，感受到了。跑去新庄看车，然后顺便买一台回去了。有抽到吗？哦，没有。抽到什么衣裳？兔子的吗？我跟你买。衣裳是什么？衣裳是。你看一下聊天，他个他有抽。文具用品。对对对对，笔记本。衣裳、笔记本、笔记本，我是抽到两个啦，可是没兔子的哦。没有兔子，他剩下驯龙、冰牙龙、雷狼龙跟忘了，好像不是冰咒，好像是哎，哦，笔记本就四本而已啊，啊，暴还有暴鳞啊，还有暴鳞，哦，暴鳞啊，我挑了冰牙跟。雷狼，其实雷狼这一张他头被那个挡住，我一直看不出来是谁。可是驯龙太丑了，另外一个我也不要，所以我就选了这两个。我觉得都很帅。然后杯子不能抽，所以我拿到了碎龙的。我抽三抽，他那个店是 A 赏跟 B 赏换完了。其实碎龙，算了，碎龙好丑，喝。而且还是啤酒杯，好好笑。他每次都是啊，上次的也是啤酒杯啊。卖肾的。造型不一样 ，OK。上次的是那种小酌的。哎、欸，还有第二个啊？对耶。哇，这纸质是滑的耶，天哪、啊！这圆珠笔写上去会糊掉啊！靠腰。哎、欸，我不要了。然后我朋友抽到毛巾跟笔记本。毛巾？毛巾。哦，抱歉。他想要兔子了。就是这样，喵。然后他离 last one 还很远，所以就没有打算。很近的话就不轮不到你了，就不会有我们了。很近的话，该包的已经包了。那时候听我朋友说也是，他在那个高雄抽，他说他那边那间店进两张。然后他去的时候，第一张已经快抽完了。然后他轮到他的时候是抽第二张，他前面的那个人把他全部抽掉，三分之二直接包了。哇、哦，三分之二哦，包了三分之二。他说他就是要来抽，因为他那个时候剩三分之二的时候，就是剩两个 A 赏跟一个 B 赏，其他都没了，就都差不多快抽、哦，已经抽完了，就抽的差不多了。然后他就把他全包，说他要 Lester， 他怕后面的人抽。夸 Lester 奖不就是青苔奖对不对？对啊。哦。然后他就没抽到，他觉得很死了。我丢了关东蛋。我丢了。好。我丢他陷阱，他不想要。嘟嘟嘟嘟嘟嘟，哒哒哒。你是说甜鸡肉是不是？哒哒哒哒哒，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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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江江，你有想玩声友会吗？还好哎、欸。他想玩，找不到人玩。那我这边有，哎呦，缩短准备，我没有拿过。
我准备有。你这边有缩短准备是不是？缩短准备我应该会有啊，我怎么可能没有？因为那个我这边有玩的，目前只有阿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那现在波西要入坑了，那感觉人变多就可以来玩，可以偷水果。那这样还要订阅？没有啊，买年的啦。买年的就很亏哦、欸，你可能玩两个月，后面十个月都不会玩哦。会出新游戏啊？我玩的几乎都是单机游戏。哦。把钱买一个数据而已嘛。买月的又不划算，一年才快700块，可是你买月的一个月就100多了，不划算。来，你们打，我准备去。好，嘿，江江上线，缺一。好，我站你一下去。说的是，HT， 你的 Steam 是没上线的。啊，神友会是会入已经入手了啦，因为你帮我订好了，就是等到东西到再汇钱过去。哎，那至于包月吗？我觉得先包一，感觉包两个月就差不多了、欸。对，刚刚尿尿在想，就想说，通常这种游戏我玩大概就是两个月，真的是极限的啦。像麦块也是一个，我就讲啊，麦块只要。更新回来玩，大概一个月就是麦块一个版本的寿命了。那、啊、至于其他那种要不要继续玩下去啊，或做什么经验塔、啊、那些有的没的，只是在延长它玩的寿命而已。啊！你怎么在怂恿人家吃东西呀、啊？啊，今天只是小短剧啦，五分钟的小剧场，哎、欸，就刚刚也是看了，那大概就这样吧，也没有什么好介绍的，
超级浓，我就是喜欢玩浓浓的游戏啊！你又啊，你一定不了解我。嗯，不然当时人家新入股玩大概两个礼拜就弃坑，我玩超久才弃坑的、欸。靠！我刚刚音量大小拉不了，我知道啊，我在弄了。嗯，那虾皮呀、啊、又不是我。所以有会的时间跟现实同步哇、欸，很正常啊，因为神奇宝贝也是啊，因为它是吃你所在地区的时间不是吗？《古跟牧场物语》跟这个做比较，我就不能比耶，这个太自由了，这个自由程度比《新入谷》那些还要大耶。啊，我先把魔物关掉好了，不然我卡。我看到他还在上面。哎，哎，这其实不是没有提醒。我看到阎王龙不会动哎。是有人宕机的，就有人以为啊，我以为没用，我没用，我至少没用，你没用啊，不要这样子骂自己啊，我没用。你看我没用，我没用。你不要再讲了，一模一样的音啊！我说我没用，我知道啦。我没有，我没有。三，不管讲几次都很像。好，三小时五十三分，我没用。好。我已经不太懂在讲什么了，都在讲。我没用。我有用，我说我有用。我好像不能输出了欸，不是我会在空中被电啊，我的天，不是啊，我被他撞下来了，干嘛、啊、走开。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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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画面，哇哦，我真死了，不是，我真的没地方跑，好冲击哦，那个画面，哇哦哇，我冒冷汗了，我的天！哇哦！对不起，耳朵，抱歉。你是说，生友会有些特定东西会出现，是不是？死法也一样。他没有，我才刚跌下去就扑下来了。他会把人逼到角落，用这一招，小心。你先让我看看，我等一下，我先看看有没有其他我想买的，我再考虑要不要用虾皮好了。你虾皮叫什么？繁星的兔窝啦！哦哦哦哦哦！我靠！哎、欸，差很多，对不对？啊？不是，等一下，我只打繁星，还有一个繁星情趣用品。你知道我在开台吗？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知道我刚开台吗？对不起，聊那么开心啊！对不起。有。你知道？哎呦！刚才教主说那个脏话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的。我骂脏话的时候就开台了。
真假的啦？你还有骂脏话，而且你刚刚也没形象了。对，他那时候骂的时候叫出去。误会，误会，没有误会，七点的自己看。又要被剪精华了。误会，不敢。我直接打，开场就很猛。换嗝屁啦！等一下，我的粉呢？我太傻了，我已经傻了。有啊，你傻了。我也看傻了。你也快傻了。我也傻了。我看到都傻了。看你们的血也是有点可怕哦。还要干什么啦？不要啦！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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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我真的太吃了，请相信我。我给你看，我真的太吃了。已经含含进去了，我去，来不及了，那个布丁还没出来，我还没咬而已。都舔到了，我在傻呀！你是在傻粉还是在 打太极拳啊？我是在傻呀！看到旁边那个绿绿的粉了没有？你这个是准备白喝两次耶？我傻眼！不是西瓜跑一半准备推出去了吗？是白，这、就是白喝两次的。哦。好啦，没啦，好啦，没啦。啊，声友会我也是怕说买了之后大家也都玩的差不多了，然后希望是可以跟他们 A 钱呢，有吗？不是声友会是一个借贷游戏吗？好啦，那我们下晚上再见啦！感谢今天下午收看，感谢感谢。然后我等一下去审核一下那个留言。好啦，大家晚安，大家拜拜。